好，同仁，大家较早，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哈。好，咱即马进行第十三次的会议哈。啊，在先请秘书长来，这个宣读十二次的会议议事录。原先议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大会第十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9日下午21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人黄定和议员等32人，请假议员陈正南议员1人。类席人县政府建设处长林国敏、城乡计划科长邱成伟、建筑管理科长林志阳、使用管理科长林志敏、交通规划科长龙飞驰、公共运输科长钟伟、公务处长陈春锦、养护工程科长翁正启智、水利科长李丰昌、下水道科长徐敏雄、新建工程科长徐瑞元、采购科代理科长李文雄等，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纸、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副议长齐山、记录陈洪某。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以主席报告签到，验拟答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十一次会议事录，执行事项，建设处、公务处业务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张明华议员、陈汉忠议员、黄素琴议员、陈宏喜议员、黄殿和议员、林希敏议员、蔡文丽议员、江碧华议员、吴秋林议员、邱家进议员、沈德茂议员、林志宏议员、刘天武议员、尤湘德议员、黄世超议员、林成功议员等。答复人员：林处长郭敏、陈处长陈锦喜、科长敏雄、林科长志阳、邱科长陈伟、林科长志敏等。其他事项，建设处、公务处业务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另入，详如附件，并请五县政府办理。散会下午6时36分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好通存查哈。那现在我们进行。好来，好来。主席啊，咱伫摆这个单位询问这个哈，单位工作报告哈，一概摆4个处，啊，一个人一个处存5分钟，哎，5分钟是要讲啥？剥夺议员的权利这样不好啦，对吧？议长啊，这个需不需要要改一下啦？好了，我们再来，这边先去的话，就再过来检讨一下。是，啊，讲一个啊，你先讲，表示一下啊，你要议员的权利拢无，啊，前面问一次，问5分钟是要安怎讲？老总才20分，4个处，对不？安尼敢有道理？无道理啦，对不？再过来检讨啦。我议员嘛，同意加班啊，啊，无你就话紧啊，下早时开始上班，到暗时10点嘛，对不？啊，拢安尼来，看面安怎讲，拢话紧啊，对不？啊，再时拢互去做服务啊。啊，无变啦！啊，你安尼敢有道理？没有道理啦。了解，好啦。即边会后了，就即边就刷啦。啊，咱再做一个结总检讨啦，该状况啊。你暗时做，暗时啥？你还照规定？你做吧呀！哎，打念念你吧啦。啊，考虑有你啊，大家拢无罢了，无打念念。你袂使咧做呀？那讲暗时拢共加班到十点。做吧，你该做的。你有我来捌做过，毋是我咧管你使做，一概上死的。无道理啦，咱骗财使袂，无道理，你安尼做无道理啊。好，多谢吼。好，多谢。即回即落，即阵就煞吼，咱再来做一下检讨啦，好无？该当应该啦上，大家上会接受的一个做法啦。好，啊，咱即马请工商旅游署等4个单位吼。啊，相关主管来列席报告台。好，叔叔来逐一来介绍一下，要不要？好，好，工商旅游处先，把你的主管来向大会做一个介绍。大会主席潘议长吼，咱在座所有的议员先进吼，工商旅游处陈昌伟伫遮给大家报告吼，伫我正手边第一个是阮工商科的陈志成陈科长，第二个是阮行销科的蔡子义蔡科长。第三位是阮规划科的钟明达钟科长。第四位是咱公里处的基建，吼啊，嘛是咱目前是代理管理科的科长，啊，
一路过一段时间会去专任管理科的科长哈，这家林宗明哈，给大家报告，谢谢。好，郑东处。哎，主席、各位议员，大家早。郑东处向各位议员介绍我们的主管，我坐在右手边第一位是我们行政科的吴科长，那第二位是我们预防科的陈科长，那第三位是我们查处科的李科长。谢谢大家，请各位大家多指教，谢谢。好，请秘书处。主席啊、各位啊、议员女士先生，大家早。那个我们今天列席的新闻啊、那个秘书处的相关主管哈、啊，是由我们那个事务科的郭向南科长，新闻科的周品维周科长，法制科的啊、张浩然张科长，行政救济科的王家珍王科长，那我们文书科的啊、张树荣张科长，还有我们档案科的啊、林凤娥林科长以上。好，请人事处。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那个人事处跟各位议员报告，我们今天列席的除了我处长以外，哈，另外就是我们主编科的科长林雪雅科长，那人力科的王虎存科长，那还有考训科的周英英科长，以及福利科的黄淑桂科长，请各位议员多多指教。好，我们现在请第一位登记执行的陈杰林陈议员。主席哈，四位处长，还有各位科长哈，各位同仁，观光行销啊，国内外，宜兰县政府其实做得不好。我也没有看到针对原民乡哈、有特别行销的策略。那所以我看到你们的资料啊，有谈到七兰神木园区有做这个国内外的整合行销，我请教一下处长，你的具体成效在哪里？请答复。主席哈，跟陈议员报告哈，那目前在原民乡旅游的部分呢哈，那比较有具体的成绩，大概就是我们130县。好，在七兰山130县有结合部落旅游，结合生态旅游。那未来哈，包括说，其实观光局现在在检讨。那台湾最值得推动的，还是在生态旅游的部分。啊，这个地方好，跟院报告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有具体成效的，就是在130县的部落旅游结合生态跟部落旅游的部分。你答复得很空洞哈、如果我是你，我会量化分析。我会把一整年进来的游客数，还有对地方、对部落产生哪些效益，你简单的讲一下好不好？如果你讲不出来，请你把今年哈，从去年到今年进来的游客数，然后对部落造成多大的正面的效益，提供书面资料给我好不好？你现在讲不出来嘛哈？跟陈议员报告哈，那我们比较具体的统计，比较具体的统计是。有针对观光游憩区的游客数？没有啦，处长。是，我是针对你的工作报告，我不是你给他青菜公共。是，你不要糊弄我，你不要答非所问。了解，你就很具体的答复我的问题。是，针对七兰神木园区，你说你们在推动130县。OK， 了解。是，你很简单的一个数据拿出来嘛，今年度总共多少人进来，是，那这个我会带给部落多少的效益，给部落赚了多少的游客的钱进到部落口袋里边来，了解。是，这个让我们了解一下嘛，要不然你的这个书面资料写得这么漂亮，根本就没有什么成效、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赞成我的意见嘛？你一直答是，那就是没有效益。跟陈议员报告哈，那针对部落旅游、生态旅游的部分哈，尤其是在130县，我们今年台日高峰会，后来因为天后的问题，所以有换行程。所以其实我们希望不要找理由啦，因为天后的影响。那如果这样的话，依然365天有200天在下雨，那都不要搞理由。因为当天雾大了，雾大，所以后来车子没有过去。谢谢。那另外啊，我在你的报告有看到一点啊。县长到旧金山去参访这个旧金山的童万杰啊，是因为我们做得越来越差，所以要到美国去看一下，可能对我们这个要办理这个童万杰活动有所意义，有所正面的效果了。那你们这个到
旧金山投案节去观摩啊，你们是文化局，还有你们还有谁去啊？啊，有没有这个回来的这个成果报告？如果有的话，书面资料在这个总咨询之前交给本席好不好？那另外啊，我看情人节活动哈，我一直这个请求县政府啊，能够把原乡啊考虑在你们的这个举办的地点的这个乡镇之一啊，但是一直没有一个结果。那么我甚至提供这个韩溪吊桥哈，有300多公尺，是我们宜兰最长的一座吊桥，可以选定在那个地方。那宜兰县政府哈，尤其是公里处啊，一直都没有去设法连到那边去看都不去看哈。当然，你们这个今年呢、啊，在南方澳办的这个活动呢，是说这个有吸引12万人次啊。那原乡给他一点机会好不好？是不是你们去评估一下？如果有办法到原乡来办一次的话，那应该对原住民部落也有非常大的鼓舞作用啊。那今年情人节你们这个活动办的成效怎么样？来说明一下。主席啊，跟陈议员报告哈。那今年是首次，我们不是搭浮桥，我们利用那个南方澳的跨海大桥，那它是有13条缆绳，140公尺长。那另外我们有搭配的爱之船，那就我们实际观察5艘爱之船搭的情形，一开始船家都很保守，因为每个人有收费100块。那昨天我才跟邱家健议员那个处长，请坐，请坐。是，因为你太会绕了，我光是要听你讲完，可能时间都结束。麻烦你就答复我多少人次进来，带给这个南方澳或者是苏澳地区有多少的效益，一个量化的结果给我们就好，好不好？你看拖遐济，我听不了。另外哦，那个一个很大的案子哈、哦，清水地热公园开发案啊。里面那个地热啊，现在你们工程办的怎么样？都结束了吗？跟陈议员报告哈，第一期的工程完成，第二期的工程就停车场的整治工程哈，在11月16号开始，那我们会先封园一个半月，那第二期的工程11月份就要开始展开的。你们都一直把它定位为这个西南呐、啊。这个老人的西南的这个能有老人泡汤区啊，我就一直强调那个是大龙乡公所的所在地啊。啊，你老是要呼应议长的那个想法，大龙乡是西北地区啊，所以你的工作报告去年我纠正你，然后你今年又是如法炮制、啊，跟陈议员道歉啊，这个我们来更一点都不用心了，是我们更正，怎么更正？已经连续2年都这样了，你怎么更正？明年不可能有同样的内容嘛，所以我说你心里只有议长啊。这个案子啊，这个工程不可以这个延宕啊，哈。是。那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掌握。是。那另外一件，请坐。清水地热这个自然养生观光油气 BOT 案进度现在是怎么样？跟陈议员报告哈，他们在11月，在前几天已经把新办事业计划送进来了。那新办事业计划送进来，我们马上啊、哦，昨天已经发出去了，把它转观光局。那目前前面几个月哈，前面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有稍微慢，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时间表由我们在管控他们，只要他们有一个步骤漏掉，我们马上就去盯。所以目前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期程要多久？你真正你环评做了没有？环评做了没有？哎，还没。他要新办事业计划书之后才会能够环评。对。所以整个到完成大概5年，五年嘛，五年那是你们这个比较乐观的期程是5年嘛？5年，好、哦，那、啊、万一这个期间有状况发生的时候，可能拖到10年都说不定。跟陈议员报告哈，我们目前你先听我讲一下好不好？你不要抢话，你请坐，请坐，我就是受不了你这一点。你先听我们讲完，你再答复嘛。那个科长，我问你啊，那个这个案子啊，对地方的回馈有哪些？欸、跟陈议员报告哈，那、欸、之前曾经有协调过哈，包含当初有一些要欸协调那个厂商跟农民契作的一个部分哈，那之前也有跟那个陈议员跟议长去
去现场会勘，有关于就是基地后面那边接近那个河川旁边需要有一些整治哈。不过那时候知道那个会勘的结果是说还需要河川单位跟水保单位的一些整治的一个作业。不是啊，回馈不是这个地方啦。你现在这个厂商一年给这个县政府的这个费用是多少？跟议员报告哈，他这是大概部分会有几个部分哈，他的那个权利金的部分是6000万哈、嗯，那就是第一年就收到了是吧？没有，他大概是会分几个部分哦，先缴600万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会等到设定地上权之后才讲。那你这个600万有没有回馈到复兴村去？跟议员报告哈，那这部分可能还要再做讨论。你可以把这个经费回馈到地方做一些建设嘛？你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吗？那这个案子干嘛要进来呢？回馈不是你讲的那个说选一个地方让人家摆个摊位，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县政府收的这些权利金，有没有回馈到地方落实地方的一些发展？这个才是地方所需要的嘛。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案子可能对地方没有什么帮助啊。好，请坐。那这个请教一下哈，各风景区的这个游客数啊，我们每一年进来各风景区的游客数是每一个风景区的游客量，能不能说明一下？我没有要请处长啊，请那个主管这个业务的科长。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现在风景区的辖区的那个游客数哈，在104年是574万4070人，那105年九月啊，统计到九月是447万1491人。那各风景区呢？各风景区我这边都有有15个风景区，那是不是我啊？会后再把这个资料交给本席。是，好。那另外有一个台日交流原乡的景点规划，是不是有这个案子？有没有？我没有，请那个科长。跟大会报告哈，这部分原乡在今年5月520的时候，我们台日高峰会完之后啊，这有在密切在研议。那目前这个计划还没完全启动。没有启动。那怎么到原乡长得这么漂亮了？不是到马伦部落的时候说这个计划已经研拟出来了，这个要找很多日本的观光客要进到原民乡来，就是这个规划里面啊。啊，你不是在马伦，你们不是到马伦的时候讲得很漂亮吗？说这个计划已经完成，然后要来推动。那你今天是讲说没有是吧？这个我后面再补充相关资料，再跟议员报告。好，在总咨询之前交给本席哈。那另外，这个陆客来宜兰观光推动的这个委托报告，从103年到105年，这个案子结束了没有？啊，来科长你答复一下。跟大会报告，跟陈议员报告，这部分分别有2案都已经结束了。那你大约讲一下那个整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目前因为政策的影响，但目前我们影响到我们陆客来宜兰的状况，那这部分相关的资料我们到时候再准备给陈议员。说你能不能概略讲一下我们来宜兰陆客的人数是多少，然后带给我们宜兰的效益有多大，就大约讲一下。跟大会报告哈，依照我目前在103年的话，整个大陆来宜兰的人数大概有16万多，那到104年的话，大概就降下来到10万。那今年统计到8月的部分呢，目前是大概有4万。那越来越少，递减当中就对了。那你把这个报告啊，在总咨询之前交给本席哈。另外啊。梅基台风期间，哈，我们原乡的收视啊，将近停了快半个月。那个处长，你还没答复之前，哈，我是非常钦佩你啊，因为你在文化局待了将近也有15年的时间嘛，哈，15年到20年了，那你算是老文化人啊。那上一个会期啊，县长在介绍你的时候，他说因为你对文化局长这个职务没有兴趣。那我在这边听了之后，觉得替你
感到惋惜啊，这么优秀的人才，又是文化人啊，对文化业务非常熟悉。那委员说你蛮谦卑的哈，就是说因为你对这个职务好像觉得不是说很有兴趣啊。啊，但是我今天看到你坐在这里，我有点讶异啊。舍文化就秘书处，那这样你抛弃那些文化局的同仁哈，这个让他们有点情何以堪呐、啊。啊，所以我就觉得想请教你啊。你这个文化局长不做哈，是对宜兰县政府有很大的这个遗憾的、啊。那也许你在这里会做得更好哈，那希望你能够把工作带好哈。那这个部分呢，我刚刚讲那个哈，刚刚讲那个收视啊，哦，有半个月没有办法收视，那这个怎么来处理？谢谢陈议员了、啊、哈。那个有关于这次梅居台风哈、啊，造成那个相关的有线电视的线路哈、啊，那一个毁损的蛮严重了哈、啊。那在台风过后，事实上那一个地产系统业者哈、啊，事实上也有那一个加派人手哈、啊。那不过确实因为损坏那一个风力太强哈、啊，损坏的确还蛮严重。那针对于说影响到收视户权益的这部分，就回归到彼此的契约。如果是说那一个一天内24小时之内没有办法完全修复的，哈、哦，那就是按那一个每月的那一个付费哈、哦，那乘以天数哈、哦、相去扣抵哈、哦、这个收视费用。那超过10天的部分哈、哦，就是当那个月份就不用收费以上。那也就是说9月份。原民乡的这个有线电视的费用就不用缴纳嘛，是不是这个意思？科长，你调查过没有？议长、各议员早安，感谢陈议员的提点。针对那个梅基台风，宜兰县总共有36000户受损，然后如果超过10天以上的，大概要扣抵大概48万，大龙乡应该会比较多。但是会看区域状况，因为相信在轮皮、大同、相公所那附近会比较快修复。那我延伸这个议题哈，请坐。因为原民乡也没什么娱乐设施啊，那我们每一次台风过去之后呢，就是这个有线电的这个收视哈，原民乡是最后才有办法看到画面的、啊，也没有办法这个县政府哈跟有线电视啊，哦跟他们协调一下。就是原民乡的一些线路的一个维护啊、维修啊，也不能这个拖太久哈、哦，应该是跟平地的这个维修的速度要一样啊，哦，那每次南山四季都反映说，已经半个月了还看不到电视的画面了、啊，这个是不是要改进？来，科长，你说明。跟议员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有线电视它是跟着道路在架设的，所以如果道路中断的话，他们的机具是没办法铺设过去，所以我们还是要配合公路总局他们的抢救进度。那个科长，因为你不了解哈、哦，道路啊，因为台风，请坐，台风那几天其实我都在部落里边，道路2天就通了，哦，因为他们现在有个 SOP 的作业，他有大灾害、中灾害、小灾害，小灾害要随即就要来抢通啊。那这种台风的灾害，他们都希望能够在2-3天之内就通啊，所以那个依然有限啊，这个维护的那个动作要加快哈、啊。那个请教一下郭处长，我看到你们资料、啊，你们这个有惩处，有4个人是一次申诫是吧？那能不能说明一下他的情节是怎么样哈、啊？我想了解一下这4个人为什么会被记申诫啊？一次申诫一次啊，那个我印象里面，因为案子有很多，我印象里面好像是以前曾经工商旅游处有一个案子吧，那个详细的案子我是不是可以来科长啊，因为你们觉得总共有4个，因为我们这个是累计的，这一段时间累计4个，没有了，4到9月。对，4到9月。4到9月是、嗯、我，
想了解一下这四个人被寄生界是什么什么样的？说明一下那个案子哈，是什么案子？那等一下答复我哈。那个廖处长，你刚到任哈，政风业务啊，早期我在乡公所服务的时候非常支持啊。那你能不能简单的说明一下，你来到宜兰县政府啊，针对你这个所主管的业务啊，怎么来推动这个工作政风业务啊？好，让我们县政府啊，这个不要说是要端正这个政风啊，就是说怎么来提升它的服务品质啊？你简单说明一下好吧。八成议员，这个我自从中央来到地方之后呢，那我过去的观念就是说，在地方经营的话，当然是要以服务为本质，服务为本质。那过去我们在政风工作来一向以往来讲的话，预防工作它是最重要的。那在地方业务上的话，我当然希望说能够跟地方结合，跟我们各局处能够结合。当然，人民的前提是为最重要，那包括我们自己本府的员工在内。所以我简单来说，政风业务的推动就是以服务我们宜兰县的全体的县民跟我们整体县府员工为主，这是我政风工作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是。好，谢谢。来，那个有答案吗？来，请说。那申诫一次的部分是那个教育处有那个因为104年杜鹃台风那个屋顶毁损那个部分。好，谢谢陈议员。那我们现在报告一下登记顺序哈。报告登记发言的次序哈。1号、27号、26号、6号、20号、22号、11号、4号、14号。3号、5号、31号、23号、29号、19号、25号、30号、15号、32号、8号、9号、10号、13号、21号、17号、18号、22号、28号、16号以上。好，老大，老议长。好，议长，管处的主管，那各位同仁啊，我这个大家要请教于工商旅游处的处长啊，我拄在捌你的时啊，应该你伫多工处，那时我接话的时应该是，看你这个什么囡仔不哩热情伫做代志啊，我阁真钦佩，而且我咧做议长时呐，甲你表现那是。我是讲，尾啊，较紧你会随落去做个工商旅游处的处长，吼、哦，上尾只啊，给你恭喜啦。但是要签收的事啊，真侪代志爱业务你来了解，业务了解无，大家较谦卑，啊、哦，你伫林创文的时代，馆长给你宠坏去啊，啊，一声你不算输掉，就随便个罗岗，哇，你换背起个。甲这处长时啊，拢无去考虑讲，阿姨，我来接这处长，是毋是我资历、甲我经验、我啥拢有教无？啊去学，你无，哇！你这愈来无啥系统啦吼，无歹去深入。咱甲你处长，伫个官长还是甲处长，你好好去做代志。甲你隔壁，你迄个你捌？甲你隔壁，你捌？你捌了？哦，科长，啊，上尾迄个你捌了？哦，啊，隔壁这个，不，啊，这个做啥？这个姓啥？好、哦，好，请坐。伊做个秘书长处长啊，人伊规届操落去，油色昏过来，伫老首相，人都无做处长，伊拢唔敢做。做来个临床的都要刷，伊来去甲做，人外客气咧，做代志礼貌有。什么代志会使，使袂使？讲帮忙热心，真热心就对了。啊，你隔壁、佮隔壁，迄资料拢、草图拢，临床的袂入来，伊拢去做科长啊啦。啊，伊都无迄个运啊，袂晓像你安尼去西奈去巴结啊。伊两个要坐你里边啊咧，啊，伊若是爱坐啊。啊，你做个遮好遮大事啊，你应该爱好啊，伫为员工服务个对啊。毋是讲互你处长，啊，我都宽。我今日甲你发10万，都10万，20万，都20万，错误啦！你即摆现出事，
的办工商流失说比噻，比检察官搁较严嘞。法院来搁讲一审、两审、三审，哦，你来一届你180,000、200,000爱发落来还税个，你要用这款的哦，你做无久啦。本身都在这跟你讲吼、哦。第二，你袂使点来林崇贤县长，这是病中初，这么调尾嘞。你安尼袂做，拢袂做，啊，都带一堆，喏，这个主管去甲黄志超做，啊，做军师，啊，你搭在伊个书院里边操，叫我我阮工作员调啦，你边操，伊叫我啥哩噻？伊是我干老师啊，我来看相机，那么叫我都叫我来给你修理，伊就是代表民进党嘞，新潮流嘞，所以讲你莫。在那拍，做人个拍手啊！啊，这个这第二样吼，哎，言归正传。七夕情人节，情人节是咱一个真重要，大家这个少年囡也好，老少，拢会当回想这个情人节。你今年情人节，你可能还未做出去，我看未出去，但你唔早去咧，今年咧所在有。你甲讲，今年有溜去哦？得倒个溜去哦？主席哦，甲张局长报告吼，因为我是2月7日接，啊，今年的七夕情人节是8月6日，咱举办活动。啊，伫这个过程内底，咱甲观光协会许建泰许理事长啊吼，有密切的充分的沟通跟合作。那这一次的合作过程里面呢吼，大概我有信心嘛吼，甲咱观光协会迄边的合作，大概是。最愉快的啊，然后互动最好的，好、啊，甲张局长报告。我甲你看，甲你无共啦吼，我是讲你啊，明年请坐，你也有机会来看。这块嘞，爱有一个场所足好，真亲人浪漫的所在，啊，互人真休闲啊，大家拢少年啊，大大细细，像馆长拢牵恁某牵恁手嘞。啊，因为我甲阮某无亲下，我都唔捌牵，啊，我也唔捌去啊。啊，所以讲是真好的所在。你第，莫讲啊，今年你搭办，啊，明年你搭办，应该在宜安关美丽所在，你去找较上水的，看，大家咱安尼创吼，从家里的晚会安尼，真早就开始来办啦，办到较真暗啊，你也拢足水安尼，我的意思是安尼，今年啊，你来莫办，那么我你个是我一条路尔，啊，就是时间到，你不请我去带。啊！像我迄两样啊，拄好要去赴美，袂使入去。我你创啥？情人节，我你黑暗期啊！啊，迄款的浪漫啊，浪漫。所以讲，这毋是你办的。啊，若无啊，甲你记一个道过吼，但袂使你搞定的啦。啊，第二，要来去，你即款即款听起来，讲要去大卖场啦，要创啥吼？啊，佫一个，讲要过，咱每年你无刷，要刷别个去。啊，我是讲你，今日甲会当做盐官工商旅游处啊，要来甲盐官发展，要来甲盐官开发，这个现有资源变作一个黄金的所在，上水应该搞不拉克呢。啊，不拉克，伊是足好他办的所在啦。哦，伊若要多元化的旅博，应该是一开始个办都是有一个真好的所在。阿伯，你讲要改旅游啥，我无意见。你若无意见。应该是哦，无啦去行到上后边，还阁足济，甲边啊有人住，遮物啊足济，还阁会使开挖。迄、那个水啊，会当阁迄个沟的水，我那个想办法甲创个永远有水。这所在来甲修一个叫做全世界来遮做的，啊，咱较大胆 ，BOT 叫来，啊，咱来规划投资来，阁政府甲投资来。这款的观光的钱啊，会带带落往阳关的生机上些，所以讲应该你今日去，专精神拢起来，迄个讲这乌拉克遮好的资源啊，遮快物啊，历史个悠久啊，国开免真侪钱啊，啊，咱会使大汗去想，你讲露营区，你即摆甲创你头前个露营区嘛，你如果刷了后壁，还佫足是地啦，我咱来想吼，还佫一寡吼。百姓的地来使征收啊啥，啊使迄边来使佫征收哩啊，
但咱顶个比赛，但是变桥过，迄个遐快，迄个是应该冲入去。啊，头前者应该创一挂，互人会当永久性的投资。所以讲啊，若有 BOT 啊，应该咱会真济他去甲人开发，迄带来咱眼光啦，会使一年通天，带领着。你博了，直刷了，直去，安尼每年的投资直开落，安尼甲 BOT 来配合吧，应该咱真紧啦。无咱去有一个真好的景点，啊，我是希望讲你会使用些头脑，用些精神，啊，你即摆伫已经伫规划，跨大步，你若有这预算不妨标，啊，你即摆来标人讲，卖米啊，卖硬食，迄款的啊，你即摆我听起是无法包。迄款拢毋是当门啦，哦，你想买迄个老前辈有没有那个就同意啦？伊他比你较大啦，迄种他处长伊那是歹运去拄到林创源啦，伊要拄到我张建良，伊即摆做真大啦，那笑死啊！把迄个位好好啊去规划一个阳关、善关，个人通赚到钱，个人观光点真好，地点也真好，带动经济。毛讲创小鱼科卖米来赚钱啦，创啥来赚钱啦，来创啥？迄点是足势。阿拉讲，咱有一个要来去带动甲咱的这个、迄个东沙河啊，迄连锁一条会使讲两位啊吼。东沙河一年伫买，就拢无人来80几万的，创到即卖30-40万的，一年了7000-7000-8000万。你安规个阳关的生活？从算起来，这商机解起来，哦，爱较谦虚些。拄则二点甲叫我是老大咧，你毋通袂记咧。哦，拄则你有甲叫，伊毋知，我爱甲讲者。啊，拄则车，你是毋是卖安尼干？跨较大，即摆要招标迄个暂时就好，去创个较大。啊，你迄个甲讲拄罔讲者。迄种你甲陈世仁伫创诶，对无？甲林创源，来林创源，甲讲有，你讲无？做个老二长安尼，过来，当时透早就爱来，啊来看我买名真歹看咧。诶，啊你收你无够，创诶收你无够，阮老二长过来收你，搁昨下个参你主席部看我大片咧，对无？啊你主席部来甲带去，刚从遐做文宣诶，哎，他不说遐大咧，哦、啊你即马来，你即马。唔是啊，嘿，黄树超，你即马规面拢倒的，你咪甲顶边个报告。大伯子，当刷好啊。Hello， 主席吼，张议长吼，我想拄啊张议长有讲出一个迄落后辈这边，后辈这边真侪在学习的，就是讲包括谦卑，包括怎样尊重。啊，张议长拄啊讲到布洛克，布洛克是陈部长，吼、哦，尤馆长。甚至讲宜兰县一个宜兰价值，一个宜兰精神具体展现的所在。自过去伫信台啊、彩桥、甲规个所在污染、甲整治、甲今仔日绿草如茵、青天白云，吼、哦，然后变作是迄落曾经一度是全台湾，甚至讲全东南亚同好的农业区。啊，即马虽然人较少啊，但是伊这个本质了是伫嘞，包括伊的水。所以讲现阶段，阮是伫明年希望讲有适度的活动甲活化，会使防生水去接近布洛克的水，去农业去接近布洛克的环境。啊，来委托经营的部分绝对是短，因为布洛克应该有较大的想法、较宏观的想法。今日布洛克其实是有迄个条件，会使做一个国际级的露营区。但是即马农业区大家拢知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伊占邦爱大，伊要有电入的，甚至讲伊要有遮阴。啊，搬物件未使搬真远，所以讲农业区边啊都要有停车。而且即马真侪野营车、露营车，也是讲迄落农业搭配，是要搭配着车，好、哦，所以讲迄个物件其实会使去做镜头的规划甲思考。啊，同重要，拄啊张议长讲着，这个所在无应该成为县政府的负担，而是应该要变成是县政府的经济母，啊，不然可以有点条件。啊，拄啊，迄个张议长的分析啊，哈、哦，整个公里处会好好的遵照我们议长的指示。啊！若讲到我个人的部分，家己长报告吼，接处长过去可能曾经有迄落较积极参与党内活动，但是来县政府就任职以后啊，吼，迄部分就几乎拢无参与啊，吼。啊，伫遮 NGO 组织虽然真侪是好朋友，
但是纯止于好朋友而言而已。啊，你政务做公务员的奋进，啊，我这边一定会好好啊去遵守。啊，都啊关于到个人诶训示的部分呐、啊、哈，那张议长的这些建议啊哈啊，晚辈这边啊哈，一定会听在心内。好，感谢，谢谢。我一个。对，你过来再听。啊，是我你讲吼，真要紧就是，乌拉克拄住较较内底的水，一定来去研究，创到下当拢有水池出水。对，中央的是，去年做的是啊，去年个对，有时候桥头内底一片足大，迄上个地我是唔知，迄想办法去倒回来。啊，迄个位搁搭一个往边桥的，卖讲去做个运输的，看安那去吊桥啊啥过，还搁足些，无那去建设为他开发。我是希望你重点啊，看底下去，吼、哦、啊，社会是不管是拢你求变求生啦。你这无那去这么好的所在，来当结合，咱的当初严管的商机，足紧都会当提出来，吼、哦，甲咱。恁工商旅游局即个科长去研究综合出来，啊来较有用大的眼光，这是咱应该，咱的观众个提拔就是爱做这个好。啊，如果你若拢对唔对个吼，无他永远啦。美国总统你看，川普调到老百姓，啥个姓？伊那个母伊老百姓，也经过伊调。啊，我再来甲你讲，2018年啊。严管的馆长啊，阮国民党有99摕到啊，伊啊调好，你毋通阁乱调吼。嘿，你到尾啊，你话你无头路，这是咱真重要。啊，啊，阁一个就是讲，咱身为一严管，应该去开发的观光地点，啊，阁足是拢免开真侪钱。我拄仔伫讲讲啊，比如即个尔，阁话倒转来，咱严管大家拢知影，你也歹信。东山河耍，还是带大家旅行耍，拢先去五峰旗行好到去啊！啊，无就耍，一定过来五峰旗。啊，五峰旗要开垦的幅度较少，但是啊，要去真济他做。咱讲了真济年，拄拄要去哩，遐拢一个游泳池，阵咧耍游泳池是无合法，来伊是甲伊保起甲创起来得罪尔。迄厝较早就讲要拆，这应该五峰旗啊！你来提出精神去，把最有效的事情去挂一挂经费去，哦，把大家这个忘记啊，伊即摆五议员好毛伊袂记哩啊，我讲实，伊连伊来甲你讲啊，忘记是也不算哦，其实足水啦，我来是足水，咱阳关东山河也好，啊武乐诶武乐溪也好，各类忘记应该是一排头站啦，啊都选馆长拢选去迄边去，这边较少，所以我把这个。这个所在少，那这个所在你一年也够骗5000万啦，还是哈8000万啦？应该无过分啦，应该是议员官来倒开啊，应该无问题。啊，把咱对，即摆你看观光，你是用去个车要来啊？咱是无去工作啦，咱也无工作。不拉去咱这个咱这个讲起的大山迄面迄个水，迄条一条水。迄条狗你啊，也甲住宿个顶悬，搁扎起来，也来是一个美景啊，同款啦。你晓得伫头啊，一个，即木头站，我才讲头站一个啊，搭都拢累啊嘛，哎呀，桥山迄个搁累整理啊，迄个湖底要足宽啦，吼、哦。啊，你讲现住时，咱大家拢，即个木啊，迄个讲起咧拄水塔，冲水个位啊，吼、哦。迄、那个位置会使去安尼做看台啊啥，你会使即嘛吼，王木西做个足水啊，会使正清金人会使甲行会使喷水啦，足欢喜啊！迄真简单，无啥尔嘛。但是人就是安尼算安尼就算无啊。你去外国世界各国啊，好满一下去，水来喷一下，痛干嘞，迄边好满去摕起。所以讲应该忘记啊，你来到处一撮心血来，应该这一年啊，摕一撮啊，无过分。你讲像唐冠杰，才要创燕山，同款啦。伊若是甲摕一束啊尔，啊林馆长、林长馆长他做啥？倒霉甲伊做起来尔啦。
啊，你有记录跳岗呢？嘿，阮馆长甲创安尼，啊，讲几年嘞？讲二十多年啊，伊就是个做安尼。啊，你讲几百饮水中一年甲博几千万啦？应该无过分。哇、啊，把这人会当带上底去，啊，几个位做来无成功位，看佫好起来。吼、啊，滴卖米啊啥有诶无济，拢会还佫有真侪位他去找。吼、啊，咱台湾人真侪真侪勇气。啊，真侪都爱有人去卖米啊，伊才会欢喜啊。吼、哦，卖米啊，所以就是，所以你若有这思考，叫恁这老同事去看，啊，这样较简单呢。把这几个啊，这样个整理起来，员官唔该，人来一工会当行几位啊。啊，无员官天队过十年啊，拢伫遮。啊，过落来同款，让他们咱打去这台华边啊，迄什么好遐水。迄种贪污嘛，噶不是？哦，我迄个是讲南咯，哈，不是，是啊，迄你都个，即马都开开不哩有一个样啊，哦，啊，像讲台华种青蛙叫跳起来，内底小个创只银行对波波是，应该这是才是经典。我想这个点啊，以前我这时间来讲，今日来讲，弄个波免讲真济钱啦，少少钱，你像南咯或者，你当对荷兰呐。啊，是啥个做几项啊？我看打一工几项，你个礼拜四啊，你去统计看，即马已经啊有人去，你去看，即几啊老的啊，吼、哦、多年来啊，馆长欠咱溪北这边的一寡建设啦，应该真拄好你即马来做，啊，本身来建呢，啊，今年打无骗着无要紧，明年你一定要加减即几啊人共骗骗创创，吼、哦，以上。好，谢谢老大议长啊！哎、欸，处长，五届哈，五届哈，来开始啦。十分啦，十分啦。你来，你做了多少？啊，主席，陈议长哈，秘书长，啊，市委处长哈，啊，佮咱的啊，各科室的科长，啊，佮媒体朋友，佮贵东人哦。哎，我首先先来请教这人事事哦。南梁市甲这个南阿南北市甲罗东市哦，哦，基本应该是沙石啊拢无菜吧？讲无菜，应该无菜哈。二店话真冇得菜，因拢无菜哈。啊，问二店，阮二店上清楚。好，一冇得菜，咱个 A 片股今年有六十几亿，这六十几亿拢伫打起。这六十几亿怎摆打起？你讲来听下。空去打，你嘛人去打。啊，请你报告。甲议员报告吼，因为这是公共造产的吼，这我来遮六年外是拢唔捌处理过这个公共造产这个能源的问题。我是问你买了解啊？啊，你把啲人事去补一部分啊？迄个不是议员管处。他没有纳入人事管理的范畴，拢无，因为拢因家己。独立作业，我无处理，因为另外定一个什么，因的迄个尽量办法，因的管理办法，安尼。哦，啊，这人，这人是不是那阳光这个薪水？不是，阮人，不是阮的。这是不是那阳光这个薪水？这可能是哦，我唔知啊。什么？你唔知？可能是干不是啊？好啊。基金嘛无管。嗯。人事的部分，什么叫做人事？哦，健康的部分，伊就什么拢管理，你有，譬如讲怠惰、违法，也是讲做有违反公务员腐化，伊健康就是处理啊。是啊。你人事就是讲，那六十外岁放屁啊，人事处无你管遐人，你打个无人知。我嘿，因家己去管理啦，我们有可能会帮他做一些。有那些人六十几个人，现在放在哪里？也不知道。啊！考情况，这个政府看，这个议员管政府看外烂都。人事主任唔知，人事处长唔知，讲议员管有六十几个，公共造产这人员五六十个，这人员打你汤一打，无人知。真个这情何以堪呐？咱良心讲啦，六十几个人唔是大家人嘞，五六十个人嘞，还是六十几个？哪有这款的代志？哦，你去了解一下，总主席的是你提来看，我提来讲。
哦，你关人事呢，未使讲这跟你的无关系，哪会无关系？好，我去跟民政处。你管那管政府的钱，哪会无关系？跟你跟你人事无关系。是是是。好，我去找民政处要相关的资料来跟陈议员报告。那这人这不也人事？这人坑怎么坑到你不知啊？熬这个代志，好，无人知。好，我到时候赶快找资料给陈议员。好，谢谢谢谢议员指教。啊，过来请教李小姐。先到这个工商旅游处吼，我看你的报告内底吼，安尼啦，我卖甲你讲，你讲啥啦？你甲讲，现阶段撞围墙的部分，你归要在哪里？大会主席哈，甲陈议员甲郭议员报告哈。那明年度撞围会是，你卖甲讲明年度，你甲讲今麦规划有多少？我们有一个。其中很重要一个叫南洋溪口魅力园区的计划，那在建设处有一个壮围规征，啊，这两个计划是密切合作的。啊，另外，甲陈议员报告就是讲，目前观光局在推动的。你讲你内头，你卖讲别人，你讲你内头，你卖搞，遐人你甲遐人乌龙蛇都会使，你卖搞乌龙蛇。迄个南洋溪口魅力园区，这个是公旅处目前积极在推动的一个计划，期末报告都完成。你我讲。你的工作报告内底吼，连去写都无。啊，你怎嘛？期末报告完成啊？完成，而且嘛已经争取到观光局600万的补助，要伫部后遐先整理。整理啥？600万已经核定啦。整理啥？针对配合到旅服中心，配合到咱南洋溪口魅力园区，啊，咱有做一挂细部的规划。好啊，咱已经争取到营建数600万嘛，吼、哦，600万，啊，即马当地设计，即马当地设计。我来讲，一个南洋溪口，这个生态魅力园区，吼、哦，啊，个旅游中心过来甲这个沙流，沙流家谱，嘿，这个问题你600万会当解决？我昨下甲建筑处长讲过。啊，你可见无你用心，我即马甲你讲，恁就是伫遐撮者，遐争取200，遐争取500，啊，遐争取几百。啊！甲凊彩甲舞的，啊，弄好，完全没有用啦！你是啊，你南洋溪口来，直迄个设计来，吼、哦，设计甲这个沿河上游，甲沿壮围大桥过去哩，五大社区去平遐来，甚至包括甲燕山放进去。那有讲你的报告里面，完全一嘛无去提到这项啊？对啊，尤其是你工商旅游处，即马遮济项哦，吼，遮济项拢伫你遐。我来讲，咱处长，我即马甲你讲，拄啊，人老局长是甲你点者。你是一位真优秀的哦，但你个专项，你一直都要当政治打手，你知？滴，民进党个青年军开始直来，甲不甲林昌文馆长要选举啊，啊，个恁着党内选举，拢是扮演着打手的角色。啊，有一天，何你当处长做，吼、哦，人有机会要甲你更上一层楼。也是你，哦，你无红选，卖讲啦，你无红选就得用检验。你无红选，唔是讲我才做过哦，我劳工处长，我工商旅游处处长做过，这都是虚的咧。你全部你看下，对我代表是拢糊弄的咧。哦，青山绿水我嘛要讲，迄唔是免你尔，你叫阮孙仔来讲，当会晓，两回就会晓，对不？不是讲那一套，你北来爱有高嘞，你无高，你讲你敢讲什么一套？因为你爱转型，我是跟你讲，已经真早，不管私底也好，公开也跟你呼吁，唔通讲做人啊拍手，啊真爽，你知道？啊，二条去做啥，你就共拍，你就共打，对不？是不是？所以你要转型啦，北来你有降低地位的高，我们，但是你要实际。伊就会，互你讲，后头工厝我大过，我后头工厝我了解啥物啊？后摆你咪应当处理，吼、哦！你工商旅游处做过，我去中央是要哪出要共花，还是共做些啥？伊拢有机会，你少年嘛，你遐年好少年，啊，个你学习够好啊！不要框在里面，就是斗争尔，就讲斗争安尼尔，啊，叫一个人外围团体伫共斗，伫共站，啊，站有效，嘛是见头一个。所以讲，我这是给你提醒的，因为工商旅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局。目前在央广政府内底讲不亚于民政处甲这个建设处啦，因为建设处甲民政处伊是较固定的。但你这边
你这边都是负责未来宜安县的这个观光发展的啊，一个迄个大车头在你这咧，这未使凊彩创创，搭搭凊彩讲哦，你安糊弄糊弄就好去啊咧。你啊想讲做宜安好山好水这么久啊？你有看？你有感觉无？林冲原来做馆长开始伫摸落，逐项都摸落，你讲搭一项无摸落，你讲我听。民心向背这头一项啦，吼、哦，各乡跟风景区拢是默默的在退步，无进步一项。招商也没有，你敢无感觉？剩两年尔嘞，迄多数包括恁民进党内底足侪人嘛伫检讨这个问题，伫开讲时嘛讲到这个问题。恁恁当时做啥？每况愈下，啊无啊，那做啥？啊真好做啊，市民车遮水啊，啊讲话直直喷啊，拄着代志退缩啊，无胆啊，今数十包。你要看，迄拢恁咧报啊，嘛是甲伊连累去啊。真侪人，你看杨文清啊，恁的处长啊，有看无？恁请的处长啊。所以讲，我要来提醒你，你要注意。你像讲做讲清水地热发电，当初是副馆长出去甲总主请的，我就甲讲啊。像你啊，你要袂做处长，你要袂做劳工处长，吴兆成来做副馆长，我就甲讲。我讲这是一个骗局，我叫骂的。我含恁个含恁个迄个迄个财政处处长迄个，我讲这个是个骗局。哦，你安那做，结果有啊无？我约个准，煞过，我重来。哦，你即马阁标出去，啊！你信誓旦旦讲，三年就要完成发电，长伟啊，无啊简单啦！你唔去日本看一下，要花一个地热的电。唔是你想遐容易，青青菜三年你就要甲发电？我到到同我甲你阁烧输啦！看你要多少拢无要紧，三年有再来发电，唔是你讲遐简单啦！你叫梅林创人看到，看者，伊带阮去，伊亲自带阮去的，去看迄个日本的大地洞，啊，怎啊去？因你唔知有去，我唔知，我有去。你看人个地热发电，迄规模啊，用到什么经营？迄拢五六百亿嘞，唔人咧摕一束啊来，都要发电发得大气啦，啊骗这百姓。啊，若配合市长，你啊看，农政啦，发地地啦，抄地皮啦，什么先啊？你哦，市长，逐天话你讲地热发电，伊他妈就开始做市长，拢讲地热发电，啊无讲保育啊，啊你配合去。人来去买土地啦，投资，所以你要去思考啦，对不？我讲一个给你听，打开银山，银山顶迄个温泉，有无？不甲，互恁甲收倒转来。我当时甲副馆长当时徛在这个二段内底讲咧，迄拢有，迄个艺术路内底拢有咧，唔是凊彩讲的，到尾有，红花又掉啊。啊，到一项做成，啊，我一项做成个啦。所以你要去思考，唔是讲啊，打到个存两年啊，个富隆隆个对哦，啊，就要个准拄好去。工商你有厝，你有局也好，厝也好，是带动咱宜安县。你啊，像我看宜安县有遮尼水个风景，我真侪朋友伫大陆来，最有钱个来遮佚佗，哇，啊，恁真来遮水。我讲，当地人都一输啊！你敢要来遮看？真济人来，看到讲有几人那遮水。整个海岸，你啊看迄个平台，哦，甲一，咱讲起咱来讲，咱关内就好啦。你石狮甲南无爱岛，有水无？咱个山，哦，高塘溪、五峰旗，哦，直直来甲清水讲，整个你啊看讲有水无？真水啊！但是甲着恁的手，你来想讲看，无进步，无大进，搁咧退步。啊，你敢无这个感想嘛？虽然你接无外久，你敢无这个感想呢？林冲先生当大是甲咱做多强，你唔比我听者。大项嘛做我二六啦，
无一项讲做真顺手，讲做讲做讲啊，小可讲上涨一丝啊，拢在落惊。到现在为止，啊，工商旅游处都是一天干唔得分家几年，还是做啥？去做啥？啊，无做半项啊。所以讲吼，我给你建议啊，你甲你共担任这个角色，你是要好好去学好，唔知去请教啦。啊，唔是讲做讲底下来底下卡，谈天聊天，啊，甲这个，较早吼，我卖甲你讲人，恁真好朋友啦。哇，你看我逐工拢甲50多个人做伙咧，去公司做伙，啊，到时有半项嘛是无半项。所以你不要陶醉哈，啊，当我伫即个所在，啊，反正林崇文煞告你嘛，他去你，伊去你，你嘛他去你，应该带你去嘛。啊，所以你人讲遐济啊吼，其实都是拢重复你讲啦。但是你就是爱去认真拍命去做啦。你劳工处的事，我来跟你讲过。啊有啊，这个案我来跟你请教去卫生部去啊，去打去。啊！你我先叫你办，我家己先来问倒好啊！我公文甲发去倒，我许个甲发去倒啊！我来叫你。所以拄啊去搭到六位长遐嘛，全嘛是同款。人家你讲点乌拉坑、东山河，哦，甚至这个情人节，啊，不是讲啊，我都甲这个，咱的迄个观光协会讲了，那是你讲的，不能这样。代志袂当安尼做法哩，就是讲你要甲兼顾，吼、哦，比如讲啊，咱的重点无你啊，重点去做只，啊做也无半项，所以讲，唔是讲我本来是真好行，咱的馆长，但自从伊即届过来吼，你啊看，开始你打牌开始直直来，你啊看，无一项成，啊拄着代志，方面面就揪起。啊，你嘛同款。啊，我工商，你说我只要给你争取200万，你要给你争取300万，安尼有效果无？没有效果啦。你敢若睇一个北海岸都有，你石城过来，甲撞伊一站都有。咱卖阁甲你讲甲溪南遐去，你嘛去做半项。这个规划一直讲到7-8年啊啦。连一项想嘛无啊！照讲是一个计划，伫三年内底，吼、哦，伫三年内底，你都要计划完成。哪有人一设计到，当然这是延续式的。哪有人设计到7-8年，但你顶边落台要搁你设计？哪有这款的政府？你啊，像怎知影咧？咱农地开放民宿，这你嘛参加有着。啊，即马换民宿，即件人甲你叫。你叫遐小农来，你嘛参与有着，嘛即件人即马伫甲你叫。今日我甲你叫个功夫，不错，甲你看。上支持的恁的《自由时报》，嘛我甲你叫。所以讲，你讲新的一个医院管政府的大局的局长，安尼讲有效？唔像真强咧，啊你真大无唔对，但是这物啊结果的时候，你也无得到啥，你是用得到红胶呢？不要再存，是不？人讲林小秋讲起来讲再三昧，林小秋今日起来会小个迄落啊是，莫阁存命啊啦！提出你的魄力，好好啊！甲你工商旅游处遮爱做的，吼、哦！你像讲做讲，我即马到遮，今仔到遮，本身到遮，特别阁甲你反复一遍。你壮伟的，吼、哦！南梁四口这个美丽园区，你赶紧甲处理好，吼、哦！配合东北角风景区的这个旅游服务游客中心，你甲创好，莫阁。把这个代志哦，啊有啊，我
做较大，做较大，到时你馆长替伊迄落，到任期到啊，啊恁拍拍屁股做啊，有效无？唔是讲你讲争取一个几百万、200、300、500、600，安尼都甲遐刷过去，我来甲恁争取啊！你还有阮遐一个人，阮总会人一个交代啊！用太久无做啦，我昨问建设处的事，建设工程恁啊！啊！你个报告内底竟然无我拄仔讲个，竟然无半项。啊！你有干东西伫度？无啊！所以讲，我问你讲，好好啊，想看卖下子。啊！你甲答一分钟来。周先生，甲单局员报告吼，除了今年已经争取到600万之外，我们观光局明年度的预算有放1700万。另外，在农业处的部分，配合扫流车铺的土地，因有编900万的预算。啊，同时，咱透过张景生政务委员来协调。张景生政务委员有指示，在东北角的辖区内底，好，目前咱提出来计划是4000几万，好，这大概是规个每年都在重围，在我们南梁溪口那个生态魅力园区内底主要建设。另外是河川局。好、哦，河川局伊伫咱榕树公园迄个位啊遐嘛开始要做啊，但是因做是较工程面，啊伫景观面，迄落公里处这边会来甲因配合，嘿，这是明年做，所以讲，那就规个发展看起来，明年观光投资总会是专业人员占的比重同大，好、哦，我咧再甲陈议员报告。你卖讲了好听，迄是迄个东北角风景区的这个游客中心底下所在，所边啊，常常哎，伊电影城啊去发展一处啊，伊敢袂使，迄个做都拢无投资半角。你即马是我是讲是讲，你就你县政府做会到这个部门来处理嘛，对不？咱即马在做诶，还要做啥？对，要做啥？千七万就是。好，谢谢。啊，接下来我们请陈进礼陈议员。啊，咱大会主席哦，咱四位处长、各位主管、各位同仁、各位联络人，大家早安，大家好哦。啊，直接赶快来请教咱公里处了哦。咱这个管定12项这个县政目标哦，第四条内底就写着吼，要推动这个绿色生活，打造干净的这个能源产业哦。啊，我。看到咱县政府啊，最近嘛真积极啊，伫发展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发电的这个产业啦吼。伫咱真济咱县内这个机关，啊是这个学校，甚至吼伫这个畜牧业的这个场域内底，嘛伫架设这个太阳能板啦吼。啊，不过咱宜兰县这么搞好，你认为讲来发展这个太阳能，到底它的成效有没有达到那个目标？啊，是不是处长？你会当简单来说明一下。主席啊，甲单位员报告哈，迄个宜兰县有伊先天的限制，所以讲咱伫推动机关学校的太阳能光电的标案的时阵哈，咱去签的，好厂商伊咱免出钱，啊厂商伊来投资，好啊咱出场所，伊予咱的回馈金5%，但是你若伫西部、中部的所在，回馈金会使个10几%，对权利金。发展的权利金，所以讲宜兰县伫迄落发展那个再生能源，好再生能源或者是绿色能源是有那个相关的限制。啊，但是咱即马伫讲吼，迄落一般我们在讲的再生能源大概有4款，好绿色能源有光，就是太阳能；地就是地热；气就是风力；然后光水，好水力发电。啊，所以讲未来。咱应该是多方向的，比如讲川流式的中高有小型的，啊太阳能光电的是会使运用的空间拢来做太阳能光电。那以目前第几年预估的回收是十年会使回收，等于11年开始，伊就会使谈。好，目前投资商甲阮讲的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股前年发包21所，今年又发包25所，啊每年有更加侪学校要继续参与这个计划。无，处长。我要问的是，讲伊的这个投资报酬率吼，到底投资这钱落，实际上这个太阳能，咱宜兰县搞雨水，有法度达到迄个发电的迄个效果无？目前咱伫塞啊吼，目前咱伫塞，
投资商都愿意投资，就是讲我们在公部门推，我们不出钱，我们只出租屋点。那他们每卖一度，每卖一百块的电，就给我们五块的权利金。那今年预估我们权利金可以收到99万。对，表示讲厂商也售电收入，短售电价的收入应该是99万乘以20倍，大概是2000万左右。等于伊投资这设备，伊投资这设备卖电和带电，大概卖2000万。所以讲在105年，我的预估是，我会使收到99万。好，所以讲厂商伊想安尼算的，啊，咱看起来是应该会使。啊，咱有可能来甲推广滴这个普及滴咱的家务去无？哎，其实这是目标啦。因为咱即摆先进国家已经拢差不多有个家家户户厝尾顶，人都已经伫架设这个太阳能板吼，伫做这个太阳能的发电的这个工作。啊，是讲咱宜兰县目前拢是针对这机关团体，啊，是讲这学校，啊，是讲这较大型的。啊，畜牧的这个场域有伫架设这個，所以我希望讲，咱是不是公里处这边会当甲秋乡这边来研议，甲这个太阳能板这个发电的这个系统来甲普及，是普及了一千瓦的概念，就看会使安尼无？是，哦，好，注意一下这样。过来就是讲咱迄个，你拄阿毛讲到了吼，地热的部分啦吼，地热部分咱即摆咱迄间嘛去看过，伫这个红叉那遐，即摆已经中油已经投资将近2亿。会经费伫遐碳砖，迄个咱红叉那迄高压的地热，啊，迄天报告内底嘛讲甲真清楚，因为即个南洋溪，哦，伫红叉那透甲南洋溪口这段，即个有一个迄个地热的即个断层带伫遐嘛吼，啊，所以我即马要请教就是讲，咱即马咱伫红叉那遐探勘的结果，到底咱公旅处有没有信心可以在那边？碳钻到这个地热的这个能源。主席吼，甲单局报告吼，因为这个业务甲阮较无关系，伊即嘛是能源局委托中油的钻探，所以讲目前我这边看地质资料看个无遐清楚。啊，阮咧处理的是清水地热的 ROT， 好，就是电力百渣完成评选。那目前是由台气电，好，就是台电的子公司。哦、大概是目前全台湾发电统合的钻探技术最好的。那个我们的评估的标案其实很清楚，在这个标案里面，地底下的东西其实没有人认会很清楚状况，所以它就是只能够边钻探边做，之后边评估它的效益。所以他提出来的是3年达到1兆瓦，就是100万千瓦，等于是1000千瓦，等于一点钟发1000度电。第一阶段，但有3年的时阵，发到1点钟1000度电的时阵，伊才要进行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讲，让它的总发电量达到我们的标案标准3兆瓦，1点钟3000度电。啊，即卖短售电价是3.9还是4.9？台电收购，哦，伊大概是，我记得是3.9，3.9等于那。伊若发到3000度电，1点钟伊就有12000块的收入，一工是24点钟的运转，一年大概有接近1亿的收入，哦，等于又发到3兆瓦。啊，但是咱伫做这个工课的时阵，哦，其实因伫写迄啰计划书的时阵，有较保守一度啊，因为地底的状况不是很清楚，过去台电甲中油底下嘛有失败过，哦，啊，所以讲地底的状况怎么样，各个系统的分析跟判断。其实有很大的落差跟差距。好，处长，没有了，因为那一天在简报过程里面，他有讲到了地质钻探的部分，他要钻探到有超过120度以上，才有办法来作为这个能源发电的这个来源了哈。啊，所以底下高压看起来，咱是真希望讲会当来成功了。我拄好要甲你问的是讲，咱到底对这个有信心无哈？啊，那。另外要甲你建议一项啦，是讲，因为伊迄间嘛有讲到，即个地热的断层带是伫南洋溪、伫红叉那落个南洋溪口，所以咱即摆伫钻探呢是即个右侧南洋溪的右侧这边、红叉那这边嘛吼，啊左侧这边敢有可能来钻探看卖啊？甲听人报告吼，目前管护员能力包括要钻探这個，其实拢有困难，你着钻一口深，迄落深井了。其实咧费用是真高的，啊，目前按迄个洪彩林的钻探，第一口这是无达到标准嘛？对。啊，目前预估看起来钻到这个程度，应该是有机会。
哦，机会蛮大的。啊，但是它的一扣两岸路应该160度，最开个最边120度至130度才能够符合那个经济效益。所以讲，迄个度，迄个量，哦，其实真难拿捏。要除了热度之外，水量多啊少，哦，热源够不够，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指标。但是地热发电，大概伫全世界国家有真侪国家拢伫追求这个，因为它大概是对环境影响比较小的，而且是来源比较可靠的。哦，啊，所以讲这是必然的趋势，一定爱走。啊，怎么善用地底下的能源？好，哦，也给提出来用。处长，毛警，我是建议的，是讲因为伊右侧呐钻探呐工没有达到效果，是不是左侧？因为左侧南阳溪过来，左侧就伫燕山这边啊，是毋是这边来试看卖啊？搞不好这边温度会较高。哦，啊，若会使，当然这再请处长这边再甲咱这个相关单位向上来个建议看卖啊。哦，啊，若会使就来个试看，因为伊到时钻探，它不是仅限于现在两口而已嘛，未来有可能第三、第四、第五口井，啊，是不是能够在南阳溪的左侧来钻探看看，试试看这个圆山这边有没有这个地热的这个能源？哦，啊，过来就是讲，你最近拄啊嘛讲到这个台电的部分哦，我直接甲你请教一下哦，咱105年哦，1月15号哦。福旅商字第105/00019/24号函吼，请台电公司依附带决议吼办理等等吼，台电结果回复这个文吼，结果回复吼，以供依照这促进电力发展营运协助金执行要点吼及促进电力发展营运协助金各项作业注意事项办理哦等等，然后符合这输变电。促协金，所以补助给东山乡公所吼，那个270万，以及我们县政府的54万。啊，我是要请教，为什么总要东山这个高压电塔这个有补助，这个补助金？咱宜兰县敢总要东山乡有这个高压电塔呢？处长，你是不是大概说明一下？主席都会带金嘛？好，Hello。伊针对这部分其实是超高压电塔，就是咱台前林林坑有一个超高压变电，因为伊伫传输的时阵需要用超高压传输，你入去起库的时阵再降载，哈，再降压，降压之后再分散出去，所以遐钱主要就是因为着伊遐一个超高压变电所，哦，针对迄个超高压变电所迄个输配线的部分，唔是怎啊？东山迄个有超高压的变电所呢？你伫燕山啊，你伫葫芦岛桥过来，这个应该迄个嘛是啊。伊应该是高压加超高压变电所。因为这个文，我是不是会后把详细的信息用书面的资料？因为这较单一事件哈，我们来厘清了哈，超高压跟高压电塔，还有它的整个回馈金那个相关的规定。我是希望讲，那是讲台电这个回馈金的部分，一定要一视同仁了吼，因为你高压电塔所衍生的一些问题，这已经日积月累吼，真侪在农民嘛拢伫反映。你高压电塔所伫洗遐废的时阵，所产生的遐废水是互下骹只农作物是拢袂食哩咧。伊变洗过了，遐农作物都拢无效啊。所以是毋是讲伫这个补助的这个办理方式一定要一视同仁，袂使讲让民众感觉讲为什么是不是有透早有，啊无透就无。是，了解。过去燕山乡的高压电塔要求伊地下话，甲伊讲较久都拢无啊，对。上摆拍算先要求伊先埋设这个箱涵，伊嘛唔嘛，哦。啊，你即摆你补助东山有补助，燕山这边伫这个台北那边倒过来电。嘛是爱经过燕山才有过到东山嘛，啊，为什么东山有补助，燕山无补助？我认为讲这是无公平，是不是？请处长这部分再甲台电那边阁协商一下，针对这部分一定要一视同仁。处长你坐吼，啊，过来吼，咱目前咱管内吼，这个自行车到底有偌长？180几km。是。啊，咱目前咱的维护管理。咱是安那处理？有一些我们私设的是我们，啊，有一些公所私设的就由公所。那啊，然后大概主要分为大环线、西南环线跟西北环线。啊，比如讲东山河自行车道，哦，迄度咱家己来维护。比如讲东山河一挂支流16分钟上，迄度东山公所私设的东山公所。哦，那比如讲迄度
即嘛宜兰河，宜兰河的部分，伊即嘛着由公所、宜山公所加纵惠公所分段来接管。好、哦，所以讲其实有分。啊，像伫宜兰火车头开始，好、哦、沿着金米广场，好、哦、啊加迄落两万客，好、哦，迄嘛是迄落咱处理。啊，针对这部分，咱伫维管的过程，敢有这个社区，还是讲像人民团体、人民团体甲社区来甲咱公路局处这边来协商，讲要甲咱认养、欸。目前我们的部分大部分拢阮家己，啊，伫阮风管区维护的部分，大概迄落甲社区合作的，就是像迄落咱万丁村迄个叫啥呢？我那个自行车道的部分，大部分是由我们自己来。分红宴，吼、哦，分红宴，迄咱就甲社区合作来维护迄个所在。但是像社区，也是讲人民团体，因自愿要来认养，咱公里处。我们觉得才开放的态度，因为就那个公民参与啊，社会参与啊，然后政府资源有限。维护的过程，咱敢有可能拨经费哦，这个社团。咱目前是要无。要无。啊，但是迄个分红宴迄个案啊，吼，是有合作。好，有合作，细节部分我是毋会好再甲迄个细节甲陈议员报告。啊，搁一点啦吼，拄则咱老一定嘛关心着这個七夕情人节这个活动啦吼。咱过去咱的班，敢是拢是客南一场，客北一场。每年轮替嘛吼，就是当年检讨啦，不一定吼。诶、哦，当年检讨，因为过去同早是拢固定咧东山河，啊，后来就开始换所在。教轮的嘛，就是一年的客南，一年的客北。诶、欸，不一定。不一定。对，不一定。我是感觉讲，其实宜山乡好山好水啦。了解哦，处长，你嘛当考虑一下，看是不是讲未来有机会来宜山来办一场啊，无同款的七夕情人节吼、哦，来予咱所有的官民会当体验无同款的这个气氛，哦，这则请。是，好，我来检讨。哎呀，这部分则请处长你再做一下研究啦吼，哦，处长你加济，啊，过来就是请教咱人事处吼、哦，咱郭处长吼、哦，在咱管政府内底吼。咱人事的相关的管理办法，应该是有规定着讲这个啊禁用这个爱残障人士禁用的比例啦吼。因为咱管政府伫这部分应该做了非常的落实啦吼。我想要听看处长对于咱所有管政府，包括咱管内所有的机关，对于这个残障人士的禁用有没有落实在办理？主席、各位议员，谢谢陈议员的指教哈。管政府对这个残障这个禁用的哈，拢一定有落实办理。所以，阮有一个，阮目前为止哈，目前为止现在已经都合乎规定，而且还超额禁用是在118.8%。啊，为了要管理哈，因为各处哈有的业务性质无啥共，所以阮有做一个迄个机制，就是讲哈，我们有一个预警值，就是讲哈，我们把它分到每一个单位，你那边没有达到。近3%的那个比例哈，比如说你已经快要达到预警值了，我们人事处就会通知他说，比如说你民政处哦，这个快要接近预警值了，所以你下次假使有这个临时人员或业聘雇人员出缺，你要尽量考虑禁用残障人士，因为那些不需要任用资格的，所以我们都会通知他啊。你按过这个也是要算 B 的是迄个中所来算啦。总数来算，咱是合规定啦。啊，可能有少部分的一寡局处，某迄个内部单位处吼，伊无照迄个比例。啊，所以阮就往这个预警值，阮拢会甲通知。啊，所以我们随时在掌握安尼。这有这规定，我们有可以详细的资料可以给陈议员。啊，处长，咱像咱即卖咱比如讲哦，各机关咱所用的禁用的这个残障人士，咱后续咱敢有过去甲关心一下。去甲问问看，伊底下到底会习惯啊未？这部分咱人事处敢有去做甲安尼？人事处即马有伫推动一个员工协助方案，阮是希望讲各个主管吼，大家要多一些关怀，对这个员工，员工有啥物情绪上的不稳啊，有什么工作压力都要去做。啊，这个是由人事处这边来带动，然后有在跟各个局处首长这边来做宣导，就是讲吼，要多关怀员工。我是感觉讲，因为因是咱社会上弱势的一环啦吼，伊今日伫职场内底，希望讲咱人事处这边会当多一份关心，互因多一份温暖啦。因为有的搞不好他去到一个职场之后，伊没关系，不过伊个唔敢讲，哦，而且咱是主动会当去关心。我相信对一个残障人士，伊伫这个工作上。应该有更加好的这个表现啦吼，那这再请处长再更加用心一下吼。
啊，拄则迄个咱诶陈处长吼，我拄则一个代志要未甲你请教着吼。迄、那个清华二路迄、那个，吼、哦，这你免答啦吼、哦。我希望讲你回后清华二路这个自行车专用道吼、哦，学童的自行车专用道吼、哦，这部分回后请你给我一份这个书面资料。另外，佫一个就是咱目前我。应该是咱公里数才有迄个咱全县温泉的分布图吧？哦，会后来使迄个分布图嘛，给我一份哦。以上请啊，只请主席列入会议记录。好，谢谢陈议员哈。好，接下来我们请陈议员、陈校长议员。主席，还有议员同仁。还有四位处长啊，还有同仁，大家早。哎，好像都已经打瞌睡了哈。首先我要请教公里处哈，处长。我发觉到我一直在这边看你在回答的时候，我发觉到你那个四个科长啊，好像都没有回应。议员在问你的时候，你都。请这个四位科长，但你看他们，他也看你，我发觉到好像四位科长好像都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你好像都已经都流大汗了，他们也不晓得要怎么回应你。我相信你这个处长啊，可能还要检讨这四位科长啊，工商科长、公安科长、游戏科长，还有管理科长，哦。我刚才坐很久，我一直在看你在回答的时候，他们四个科长都好像都不动声色啊！你要求他，你看他，他也看你，我感觉到很奇怪的场面，哎，画面啊！我希望处长多让科长能够发挥的余地哈。现在我请教处长哈。在南澳地区，我在回应这个陈杰林议员讲哈，我发觉到林冲贤县长好像对我们延民地区呀、啊，好像都不重视，包括你公里处的所规划的很多游戏区，他好像都摆在都会区，好像我们西北的大同乡。西南的南澳乡，我看你们的工作报告里面都没有，还有在建设处里面那个高架铁路，只有头城到苏澳，但是它南澳也没有规划，怪不得，这个林冲贤县长他不重视原住民，所以他也不愿意把这个设立一个原民处的，因为大概就是在这边了哈。我想请教你哈。目前公里处对南澳地区有什么规划？你请你说说看。主席哈，跟陈议员及各位议员先进报告哈。那除了说之前我们代办碧后温泉的案子之外哈，那最重要的就是明年啊，明年106年度的预算里面，我们跟原民所整合，那有准备了1笔500万的规划费啊，观光总规。针对南澳地区要因应苏阿改的通车啊，那我怎么样来结合交通，来结合观光的游憩？那刚才跟陈议员报告哈，那其实南澳的旅游形态其实很清楚，除了原闽的太阳、原闽的文化之外，那我们南北西的溯溪，好，或者是最近最热门的，而且这个一定会变成是台湾未来观光旅游很重要一个点，就是咱你当我出来，好，去屋檐角。那些独木舟啊、丽江啊，这个地方的美景，那个是全世界罕见的。啊，伊唯一的问题就是讲，爱伫当年的5月、甲10月、11月以后就没办法。啊，但是这个极限运动，哦，这个去挑战，或者是它的美景，真的是最棒的。那其他的就是类似登山步道那些东西，那个就逐步的建设。但是我在。你106年的这个计划里面好像没有啊，放在预算里面。好，请坐。刚才你谈到碧后温泉，但现在目前碧后温泉已经完工了嘛？还没有？
员报告哈，那个我们其实都完工了，都完工了，现在需要一笔装修费用。那经过协调之后，那由我们协助南澳乡公所哈去要争取，一来里面还要再装修才有办法使用，所以目前正在进行那个装修费用的筹编跟计划中。预定什么时候交给交给南澳乡？我们现在已经完成。哦、我们请我们规划科长来补充一下细节。刚才讲了，他已经主动来说了、大会主席、还有那个议员，感谢议员的关心、那这跟议员报告一下，这个碧欧温泉的部分有分水电工程跟建筑工程、分别在今年的一月跟五月都已经验收完成了。那因为他原来之前原民会经费的问题，所以他后续还有一些装修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部分也有我们也有持续跟公所这边做了解、那因为公所那边目前有一笔800万的经费在做那个后续装修的接续、所以说这一块他目前已经准备在设计，准备可以发包。那县府跟公所这边的一个界面，大概在工程发包的时候，那个部分的一些界面大概就会交接完毕。那后续整个装修完成、工程完结束之后，就会进到营运的阶段。那公所这边会接续后面做营运的一个作业。那以上说明。那他乡公所接了以后，交接给乡公所，是他们营运还是县政府营运？由乡公所来营运，因为乡公所也有表达他们有营运的这个意愿。好，请坐。我再请教这个工商科长哈，科长，矿场的申请是不是要在公里处？谢谢陈议员的指教哈。那基本上我们县府的角色是矿业行政，那基本上核准权是在是不是？不是，现在核准权是在矿务局，因为在县市政的，我知道。我请教你，请坐。第一个矿场申请，现在新的不准了嘛？新的不准，那旧的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会测，就是到什么时候结束？你跟我讲这个问题就好了。回答议员的指教哈。那基本上。矿业权的核准还是在中央啦。那我们县府最主要的一个权限是在水土保持的一个核准。那基本上我们会针对旧矿场的一个展现，或者是那个新矿场的一个设立，我们有一个内部有一个讨论一个原则。那基本上目前，在核准前还是在矿务局。那我们地方政府只是表示意见是。我刚才我讲嘛，新的大概现在都不准了嘛。我是旧的，你们在水土保持里面。有没有去做过？现在目前都南澳乡，包括大同乡，都山地的矿场，很多都是已经超过违法了，你们都没有做处理。像这种你就可以撤照了，你们都没有处理。你，我们这个科长到底，你有没有去看过？很多地方，也有人检举过。刚才我有跟陈颖报告那。像这份签的是在农业处的水土保持，他们会定期会同我们的矿、跟农业处，对我们承办都会到现场。这个矿场的核权你就交给农业处嘛？对，这个部分是这个水土保持计划的部分，他会按时到现场做勘查。那这部分是以县府的权限是水土保持这个核定的部分。那我们农业处这边会定期到现场去做勘查，是很上。你们。公里处有没有派人去？我们基本上都会同一起，还有矿业局的部分都会一起会同到现场。啊、是，我们有会同。你不要一直推给农业处。没有没有，不是，我们都一起到现场去勘察。是，请坐。再来请教秘书处哈。处长，宋处长是担任过文化局的副局长很久了哈。你派到秘书处。也不是说挑柿子软的来吃了，我相信你一个专业应该是在文化局了哈。不过这个问题我不想请教你，我想请教这个新闻科科长哈。现在有线电视只有一家了哈。第一个，台风过后要申请这个，他好像担任老大，他。比如说我们要申请装修的时候，他一定时间
但是他都随便改期，他说我什么要怎么、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啊，这是第一点啊。啊，因为他只有一家嘛，我反正你要不要都是我有决定权嘛。第二个，刚才你讲过偏远地区的学生，我刚才讲是不是可以除了他这个电业的知识水准以外，能够来做实际操作，这可以做到吗？感谢陈议员的指教。针对那个装机部分，待会我可能试一下要了解状况，因为还不了解议员刚刚提的部分。然后那个装机的部分，应该是只要有民众去跟有线电视申请，他一定要帮我们家户进行装机，没有应该没有任何理由能拒绝。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议员讲的那个试读教育的部分，我们目前已经请佛光大学到我们阿华开始。针对学生影视课程的部分做教学，他们是每个礼拜会有一周，会有一堂课进去阿花在做教学，然后同时他这个是一学年的活动，然后在八月份会回到佛光大学，他们系上有那个影视的教育课程类型，知识跟这个什么。能够同时并进，我相信你印象比较深刻了，哎，这个好不好？好，请坐。啊，因为本来很多事情要问哈，剩下的时间我请林业学议员来说。谢谢主席哈，各位局处长哈，首先我想讲，我刚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咱的人事处咱的郭处长哈，你认为咱今年的假？会真多无？你跟他回答一下，今年的假会不会很多？不会啊，这个假都是中央统一核准的。你觉得不会哦？啊，这蛮适当的。啊，会不会对我们？当年就差不多拢安尼。啊，你刚刚会对咱宜安县造成这个公告人员造成困扰未？未，目前为止是拢未啦，因为这拢是这是中央的统一规定的，未嘛？好，这个问题啊，那劳基法还蛮劳基法。你请坐，吼。我想甲你去遮吼，向你请命一下吼。好，这是一个问题啦吼。今仔你会记咱10月31号有无吼？放假，因为台湾端午节，因为放假，好，是不是？它也是6日1，然后11月12这礼拜六可能又放假，但是一挂幼稚园、托儿所。因放假，但是咱无放哦。他们礼拜五就放假，就是明天，好、哦，也是放假，连假3天。然后12月25的时候，行宪纪念日，好、哦，又补一天的假，又是连续假期3天。然后好像我们县府的人员，还是我们议会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同仁都没有放假。然后幼儿园的老师什么，好像又放假。他们是属于劳工系统，对不对？所以你用掉，啊？好，放假与否是按照他的法规，因为咱公务人员尽量。好，无紧，你请坐吼。谢谢。然后，请教一下吼，咱县政府嘛好，还是阮议会嘛好，咱用县政府来讲好啊。县府的一些那些职员，不管是约聘雇、正职或者是临时的都好。假如他们如果有小孩子在幼儿园上课，还是托儿所上课，卡输因的囡仔来休困，但是因为伊要上班。啊，囡仔去厝诶，伊放假去厝诶，阁无人哪顾。平常时拢是伊接送去上班，接送去咧上课，啊下课嘛是伊去接诶。啊，如果都没有人的话，一定要他的话，他是不是可以跟你请假？啊，会准吗？劳工的身份的话，那当然是依规定他可以放假，可以请假。啊，假如是公务人员的身份，公务人员身份一般主管有时候都会准他请假。请假当然是他的权限。公务人员的时阵吼，吼，对，是不是个无放假？是无放假，不过爱请假，要完成请假程序。对啊，但是有当伊要请假，你讲一定会准吗？那就是每个主管一般会考虑一这样情形。现在本席就替他们请命。现在还有遇到这几天的假期哦，就是11月12，还有12月25。明年开始，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中央会不会过。如果要过的话，以后，
好、哦，假如我们县府有同仁，他有小孩子在学校，在那个幼儿园上课，好、哦，卡输囡仔放假，无人顾，去厝诶无人顾，因若甲咱诶各单位诶主管请假，处长你爱准哦。你感觉会使？因为各单位请，咱这个采假勤都是各单位自主管理，所以伊啊阵上班，恁要请假的时是经过口径。啊，无囡仔出来，咱管政府上班也袂使。啊，囡仔出来管政府上班也袂使。嗯，我们处长，你讲好啊？那个不适当，不适当，顶摆。啊，囡仔个无人顾要出。对，啊，请假一样。所以阮的希望。七八糟，这什么政府啊？阮的希望。这什么民进党政府啊？各个主管哈。对这方面吼，爱有时候情理兼顾，爱请假。好啦，哎、啊，我这所以，我今仔是要来请教，讲、欸、你讲我都讲发一个命令，吼、哦，尽量吼、哦、用弹性给因放假，无囡仔去找无人顾，无要从啊在管政府上班，你搁不爱？啊，这是中央的政策啊，是可以，这是民进党政府的。我们可以发一个文做宣示性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去兼顾情理。啊，不过这里面每个主管他因为有时候是公务跟情理之间的兼顾，那个斟酌点就在于各个单位的问题啦。好啊，我们在人事的立场，我当然是可以来做这些呼吁。我跟你说啦，就是有你们的员工私下跟我说啦，但是你们单位的主管不准啦。对啊，那个领导风格的问题。啊，囡仔无人顾，要怎创？佮因为中央执政的关系嘛，啊，明年这七天佫有公债放也袂放，我是唔知道啦。啊，因为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嘛，宜兰县政委是县长，是民进党旗的嘛。是，嗯。恁在沟通而后嘛。是叫民外。啊，叫伊那是上面讲，对不？啊，所以我才这边替这些我们有这个小孩子在幼儿园的那个妈妈还是爸爸好，替他们请命。所以我佮来讲，你处长，那如果。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时间，因来拄到的时候，因来要来请假，因来甲迄个甲单位主管无多请，因来去找你也袂使，啊，你来替单位主管请假。啊，我再来协调，会用的，我再尽量来协调，会用的。好啦，安尼，哎，少你来协调吼。好，我再来协调。好，谢谢哈。好，谢谢。然后再请教政风处吼，假如因为我看到你的报告里面有写，譬如说，咱管政府内底若是有。做有关不当的事件，好、哦，我们政风处的职权是什么？可以提出什么纠正还是什么惩戒吗？你答一下，处长，你答一下。跟李议员报告，那站在政风处的角色来讲的话，职员要是有任何不当的情势的话，我们当然依法会去提出一些。这个建议跟甚至请他们该主管机关该主管能够提出事实提出说明，那我们政风处会依照相关规定啊来做一个处理。该主管哦，好，是。那我现在我跟你说哈、哦，这一次宜兰县地价税的问题哈、哦，好、哦，这些地价评议委员会哈、哦，就是因为地价税调整，您请坐没关系，就是因为地价税调整的过高，以致招人民怨，哀鸿遍野，啊也逼死这个宜兰县的县长。史无前例以来，第一次重新评估地价税。啊，管定公，这个证明已被否决。好、哦，全单督导不周，全单没有错，这有领导者的风范。啊，陈时公，你头都讲诶，请单位主管，你出来讲啊。啊，一个，你认为讲他有没有责任？好、哦，率领这些地价评议委员全体开一个记者会，向我们前宜兰县县民。好、哦，针对这些地价税调整不当的这个问题，造成扰民，来向我们全宜兰县县民道个歉，你觉得有没有必要？那民改惩处啊！我相信你蛮尬啦，你干脆你有讲叫这地价评议委员出来专体出来甲宜兰县官民回家去嘞，躲家腔，你感觉安怎？请说明一下。报告议员啊。有关这个部分啊，当然我这是因为有关到我们整个县政府的一个行政作为啊，这部分当然是不是涉及到说要请全体的评价委员啊评议委员来出来跟大家道歉，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我们政风处站在我们职责立场上的话，当然我们对这个业务没有十分的一个了解跟介入，当然这个可能涉及到整个县政府的一个行政作为，是没有了解，你看报纸知道昨天的报纸哇，你这林宗显逃办的嘞。要抢逃办嘛是安尼，对不？你刚刚有说过啊，如果单位的主管
做错了，你们有权利去跟他做任何的一些相关的惩处。啊，这是管定，好，以及地价评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兼召集人，好，所以他自己也在电视上面说了，他愿意负起全责，好，督导不做这个全责，全部责任伊家己去担。啊，但是我讲要哪，你要求伊，好，因为这个这对咱这个宜兰县管民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的这个问题，好，调涨地价税这个不当的问题，率领这些地价评议委员来跟咱宜兰县管民都一下呛的，说个抱歉。我只有要求这样子而已，你可以做到吗？还是你要研议看看？报应啊！不，你政风处设了要干嘛？那就不用政风处嘛。当然没有说议员指教相当的正确哈。当然，政风处站在这个角色立场。是。哎呀，阿勇。先去睡一下，你那个洗手间去了哈。好，我们早上议程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哈。好，休息。
好，同仁，谢谢哦。那我们继续开会。哎，那相关主管请列席。哎，阿勇呢？啊？黄建勇议员，黄议员。好，我们请黄建勇黄议员。哎，谢谢主席哈。哎，各处长哎，各主管哦，各位议员，各位联络人，大家午安，大家好哦。那个工商旅游处那个陈处长，陈处长，我看我拄啊讲的，你是掌握很多的这个事务性的东西，都是你在掌握的哈。哎，你，我还记得我，几啊届拢甲你问讲自行车道这个问题啦，主人车道实在是非常浪费的啦。而且我看里面的工作报告内底吼，你即摆还佫有要佫招标两位嘛吼，还佫一位正在施工中。我是感觉你有评估讲自行车道本身啦、啊，它的使用率，吼，啊佫讲较简单嘞，它的经济性有多高啊？你知无？虽然对啦，运动大家拢爱运动啦，但运动很多种啦，不一定讲我落去骑自行车嘛。那自行车你看有够济，你现在这边写的然后180几公里嘛吼，啊，但是实际上使用率什么款嘞？你会当做一个说明，啊，而且我大概甲你讲，你自行车都无需要做啊济嘛，你做啊济，难道这是管理的意思哟？继续爱做嘞。特别是当地拢是行政职权。主席哈，刚委员报告哈。啊、其实主要同重要的，这经费来自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央补助的。啊，自行车道就讲，如果我有完整一个系统，如果能够建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它的使用量就会高。比如讲，东山河的河岸森林一路自行车道，哎，大概全国通水的，一路自行车道基因。全国通水，他拄仔你嘛讲南无道院世界第一水的，他妈中回道院第一水的。哎、啊，对你来讲，没信心啦。我跟你讲，你。自行车道，我知影你的意思啦。上好专业安全哦，阮兜你嘛甲我连接起来，我嘛买两只自行车，我起来我就开始通啊坐，我一个罗东，一个南无拢通啊坐。但是我认为这有需要吗？虽然是中央的钱啦，但中央的钱你卖甲提嘛，你提分哦，或者是运用到别的地方去嘛。事实就像即嘛，寒天过来了。我讲啦，你去坐自行车，你连鬼都拄袂着啦，啥人要去坐自行车啊？你加也讲的，对不？搞方言不够好，目前使用率比较低的，航班的了解是壮维海边。啊，你个公安壮维海边还利用率上低，迄条利用率比较低一点啦，有迄个情形。啊，所以讲，为一路人员你关心的。我卖讲，你直接安尼就讲，恁壮维拢卖做啊，拢卖补助到啊。但是咱来看吼，东山河啊，是南洋溪的自行车道啊，吼，啊，其实使用率其实都蛮高的。好啦，我建议你讲，阮壮维使用率低，不是我是认为我是给你建议啦吼，你维持一条吼。能够大家实用性很高的条，主人车多多，看你要看无得到位个到位啊！哦，那你刚去东山火车站参加那个东山车头加众位海边啊，反应也是很踊跃啊。迄天卖去讲啊，迄天我卖甲你闹开啦，迄天拢总几台主人车去遐徛，迄天拢总几只，迄个东北角办的这个活动啊，我咧甲看是几啊百只。你讲因办的魅力不够，是啊、喔？不是，有几啊百只啊？对不？啊，而且遐大型的活动，伊距离有较远一段啦。遐大型的活动，几啊百只，我看差不多是百只，一两百只尔啦。你莫安尼讲啊，放空间的啦。我看你讲话真的有一套啦，但是哦，讲话较实际，啊，较活一点，莫你遐济啦。是。遐济，我看你遮少年讲话就遮好讲，后盖国家互你碰空了，后盖我哪创？不能这样碰空啦，对不对？啊，我即摆想着自行车道多啦，阮宜安好多。宜安和南岸是自行车道，吼、哦，对不对？宜安和南岸有自行车道，但宜安和北岸啦、啊，又有阮纵一段啦，连行路都行未过，行路行未过，什么意思？你知道？哦，中央桥内，你唔知道有这个概念无？
中央桥内已经拢做好啊，哦，不管是自行车可以骑，或者是人行道，一直行，行到拄到壮伟大桥就袂过。壮伟大桥你知道？无公过那一条，那条就袂当过啊，底下就断去，搁行，搁行啊，迄、那个搁行到迄个猫里游岸桥嘛搁断掉，搁行到滨海公路桥，滨海公路国马兰大桥嘛搁断掉，你讲我用行路的路啊？对哦，啊差遮济，你自行车道一直开落，像这个所在，你讲实在，阮这边的人要行，哦，你总是你嘛爱甲人创一个引道，安怎样让阮会过？我感觉袂通，这类物件你会当你自家处理者。阮像阮壮伟这边的人，哦，阮这边靠我无爱偏啊这边的人，也是爱偏啊这边的人，互相要走路连通道啊，这三个桥就将阮这条半瓦顶甲拍断去啊。卖用这主任车，行路嘛行袂过。这个拜托你，你看当安那处理，赶紧处理者。这应该关系到我们整个壮维乡人在那边运动的一个权利啦，吼、哦。拜托者，吼、哦。好啦，阿你这类，啊，我佫讲者秘书处，哎、欸，宋处长，我看你很文绉绉的，我看很有文化的，为什么调来秘书处？我怪怪的。我感觉你做文化局的局长很不错啊。行了，今嘛就调来家秘书处，这你心里的感受呢？是没有被迫害的感觉啊？你讲看好不好？啊？安咯？赵姐，你有什么意见？哦，处长哦，处长先官，较早代理局长咧，局长较大咧啊，对不？局长较大啦，哦，我今嘛我讲我较早已经有甲恁秘书处讲过几啊届了吼，县政府的这个电灯的问题啦，管道的问题啦，我安尼哦，即摆拄着阮这老百姓咯，为了阮去县政府，啊，上只啊老二只老二，去做人要摕起来看嘛无看，真正有影，嘛还阁找哎，行到外口看，才有看，这到底是啊？到底恁内底阁有啥？恁要节能减碳，是因为节能减碳的问题？所以管建会要点暗嘛，是不是这样子？处长，你新接的，你看你对这样面你的看法，你看有什么看？因为我已经讲几啊遍过啊，我每一届都感觉讲，我虽然是喊咱去管建会，但是老百姓我讲啊，创啥去管建会见面，还是到管建会内底办些代志。做到暗面说了，啊，不入去恁各局处嘛暗面说了，各处室嘛暗面说了。感觉到很奇怪的，嘿，这你看有什么真正法度解决的无啦？哎，啊，主席哈，啊，多谢吴议员针对啊，即马咱管政府哈办公厅啥哈，迄照明的问题，我呢个人安尼，我有伫观察这件代志啦哈，啊，确实有影，迄个吴议员你讲这个现象会发生哈，就是讲，迄个本身这个建筑物哈，建筑体设计哈，伫照明的这个部分哈，确实啊本身就有欠缺哈，啊，虽然讲这几年咱管政府哈改善加迄个传统的迄个灯泡哈。改用 LED 灯饰哈，看起来一寡哈、哦，对某一部分人，尤其咱时代哈，啊，是讲上年纪哈有老花哈，咱要看一个资料哈，可能伫迄个通道走廊哈，诶，光线确实是不足。啊，我即马是安尼讲吼，就是讲，我即马伫个管理面上啦哈，我是讲希望阮啊伫个管理面上哈。啊，包括即卖冬令时间吼，迄、那个相关的迄个照明的时间的条件吼，我会提早来做因应。是啦，迄、那个处长你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叫你照明时间拉长啊，你照明的设备不足啊。即卖讲起来吼，安平说呢，啊，我感觉吼，唔是干那老岁仔俩，少年仔去嘛，感觉是真暗啦。所以我感觉吼，卖讲哦，我一直甲恁建议啊，恁建议。反正我都唔变啦，你话安怎？你议员你是要你会当安怎样啊？所以我感觉哦，宋处长拜托一下啦，这个问题哦，你来紧来改变啦。主席啊，列入记录啦，好不？建请哦，秘书处赶快改善县政府里面的这个灯光设备，哦，以便呢、哦、办那个去从事的。无去办代志的人吼、哦，能够
能够找得到过几处啦，讲啊要找嘛找无啦吼，拜托一下吼。啊，过来，迄、那个承揽工业区或者是我们立泽或立泽工业区吼，迄、那个这应该是工商科的啦吼。我是感觉讲，我会记得李前县长啊下任之后啊，咱林县长接任的当中啊，有去接受啊我们中央表扬啊，听讲是讲招商啊最会招商的县长，还是什么一个很好听的一个怎么一个奖励的哈。但是我认为哈，咱既然你讲宜安县承揽工业区都基本拢做好啊，但是好像招商很不利啊，到底是安怎样啦？我感觉咱宜安县的老百姓啦，真可怜啦，吼！宜安县真侪拢去外口趁钱，而且我认为去外口趁钱哦，上主要是因为咱宜安县无工商业，所以我是感觉讲，我们宜安县的工商业啊，应该怎么样子提振啦、啊？吼！但是一般刚刚讲，我们县政府的县设县啦，吼、哦，咱承揽工业区都啦。什么都爱高科技的啦，吼！什么都爱生物科技的啦，吼！爱有研发的啦，吼！啊，而且爱有聘请的人士啊，吼！爱有什么某方面的专长啦，吼！爱有研发人才啦，爱高科技人才，才会当来宜安哦，来跟宜安县政府承揽这个工业基地啊，买土地啦，来创啥？这个有这个属性吗？啊？哎，处长。你看有这个熟悉不？那个朱先生搞黄眼报告哈，承揽基地招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初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它定义成一个那个通信服务园区，所以他从事研发跟服务而禁止量产，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招商的进度比较慢，所以目前这边除了已经落成的宇政科技之外，那推标准厂房。好，推标准厂房，所以规个迄个租客管理局的招商的进度内底速度有较慢一点，有较慢一点。啊，目前迄个招商的进度，哦，咱这边除了公车会真积极的协助的配合，啊，这个主政单位哈、哦，目前这个主政单位伊是伫计划处，好、哦，是伫计划处。啊，未来即讲咱若有主编的条件，主编的条件伊会伫宜兰管政会工商旅游处内底增加一个叫产业发展科。好、哦，啊，产业发展科得使专心来做这个工课。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当然，咱宜安县你讲拢总有几个人，四十几万人嘛吼，当然实际留伫咱宜安，我看三十万人俩嘛吼，啊，其他拢出国去赚钱，是，即马讲起来真可怜啦，是，吼、哦，出国去赚钱，赚顶下咱宜安县，互咱遮个时代，吼、哦，甚至阮囝嘛伫外口赚钱，即马顶下伫我用啦，吼、哦，这样真可怜啊咧。但是咱宜安县人，宜安县的县长，阁真简单，我也无要想办法，让咱居民来赚钱，吼、哦，让咱居民去外口赚钱回来，算讲是要安怎来，让伊较看活一下，哦，上简单，也袂晓去想办法讲，印钞会让咱老百姓去赚钱，就是干那要扣税金尔，像即马地价税、房屋税一直家己去，全台湾省上悬的，哎，处长你看。我讲这话敢无合理吗？恁宜安县政府安尼敢有合理？真无合理啊！袂晓去外口赚钱，就敢咱牛条底搭牛堡，甲咱老百姓扣税金袂晓俩。你有想看？咱宜安县四十几万人，剩三十几万人，剩的拢爱去外口赚钱，都哪有咱用？这种的状况，实在我们工商科啊、工商科啊，恁对？宜安的工商啊，是要安怎发展啦、啊？恁拢无一个拍算啊，是怎样？真正可怜的宜安人啦、啊，好山好水啊，唔是干那无好薪水，连要做工课都无当做。啊，处长，你看我讲这话，敢有啥物过分吗？甲黄议员报告吼，因为宜兰经过这三十年的发展，吼、哦，那我们的旗舰产业变成是观光服务业，所以讲观光旅游甲观光服务变作是咱的迄落重点。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宜兰县有内需产业，就讲咱传统工业，传统工业的部分就包括咱即马有真侪散居在各地的工地。好啦，你真够讲啦，观光产业啦，观光产业你路会通无？
你一个礼拜死啊，塞车塞到要死，恁有啥物解决方法？哎，连阮这议员都烦恼甲讲，塞车塞到做落行的，替恁烦恼。啊，我甲伊讲，我嘛有甲县政府提议啊，我们应该要用面的方向对外面的发展交通。你敢那一条，建桥嘛，行去台北市啊去，敢袂使行去台北县，行去新店街咧，行去花莲岛去咧？北部横贯高速公路，这里面你捌听的无？台七线都去过尔。北部横贯高速公路，你都去过？横贯，横贯现在都北部横贯公路啦，对吧？横贯公路袂使开，时间袂使开一条叫做北部横贯高速公路，我听说北横公路，会使的无？这绝对可以研议的啊，怎么不行呢？对吧？哎，记录一下，那个研议开通北部，台湾北部横贯高速公路，记录一下可不可以？高速公路对啊，会使的啊，是安那袂使？北宜高速公路都会使开北宜公路变北宜高速公路啊，是我们给它更名叫做雪穗高速公路的啊，是安那袂使开一条？北横高速公路呢？北部横贯高速公路绝对可以的啊！那过来，我感觉真奇怪，恁只有一个叫做吼，叫做什么？宜兰地方产业啊，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吼、哦、产业发展，这恁哪有法度补助这侪钱呢？这是啊？是中央补助无唔对，不过恁的审核办法是安啦？什么他的什么计划书啊，都有法度。这我算算哦，一间公司哦，通安领七八十万啦，有遮好个哦？哈？这是安怎讲？处长拢不要讲哦，处长拢不讲哦。哦，你有保险都有文员，党拢会晓，你嘛有科长发挥一下，莫怪你都努力做处长，科长拢升袂起来。像阮迄个，你看做啊久啊，拢未成处长。谢谢王议员的指教哈。那这是叫做 SBI 案啦吼。那基本上是咱地方政府编三分之一，那中央会补助三分之二这个钱哈。那基本上从101、101年到105年的目前都还在执行。那基本上是我们会请委员来针对所提有创新计划跟创新服务的这个部分，我们最高额是补助100万，那基本上是以最高额是100万，还有它补助计划的一半是这样子，它最主要的一个审查机制，还有它补助的规定是这样。是什么审查委员会让办这呢？什么审查委员会？我们是请专家协的，针对这我们有分它创新创业的部分有几大项，那我们针对分类分项来请。学校的专业的老师来帮我们评选。哎，你这是啊，是拢计划就会使啊，免执行啦。哦，爱执行，等我这几年来都要执行完毕啊。啊，教育来都要执行完毕。对。是邻居的呀，是爱迄个核销的。核销里面的那个凭证都要。核销凭证都要。嘿。啊是啊，伊这像这哦，企业社都会使请啊是啊，有设工厂的啊是啊。中小企业都可以嘿，拢会使。它主要是创新服务跟创新的那个技术都可以。啊，经过委员。你安尼好不好？哦，因为我嘛真奇怪，你个几百万的，你一个核销一个计划，是不是就有办法弄到几上一百万了、啊哦？没有，我们整年我看平均起来一间哦，弄七八十万的。啊，这一间平均起来七八一个计划书就通啊，摕七八十万啦、啊。是不是有问题啊？没有，他看他的计划，基本上他是不管什么计划，你一个计划七八十万，这怪怪的。哎，周亮处啊，这个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到底是怎么讲？周亮处，他一个计划书啊，能够拿到七八十万的计划书，到底是怎么样？他是。核销计划的，不是邻居的，是核销的。计划书你要怎么弄？一个计划书有办法拿到七八十万？是，报黄议员，我们这个。像这么惊了。是。跟黄议员报告一下哈，他其实主要的项目是在做创新、研发服务，然后。
它有一定的规定吼，迄、那个伊迄个一定的规定就是讲，我知，我恁绝对有恁的。所以不是不是，你计划师就会使提着，比如讲，伊请增加请几个人，迄、那个增加的人事费用，他在缩短研究流程所投入的研究费用。你嘛科长讲者，你安尼我也无虾米讲，你安尼你莫怪你，你都得要升到中央去啊啦，你嘛老早在科长讲者，你安尼是怎样啊？啊，你看啊啦，科长你讲者。谢谢议员的指教哈，番茄刚喜欢出定空较高，讲我较不要讲。什么无毒茶包定重均量，以冲淡保鲜制程技术开发计划，一个计划就人家提这钱哦。今嘛就讲，伊计划嘛做出来才会使，唔是讲今个整个执行面要做到出来，所以讲其中都在审查，唔是讲今就讲伊核销起来，阮就钱给伊啊，整个计划。啊好，谢谢王议员哈。好，我们接下来请杨树木杨议员。主席、议长哈，两位四位处长哈，各位科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先生哈，大家早安。我就想来，我要求一个秘书处啦哈。光计我暂收边哈，主席啊，我暂收的时间同这样哈。处长。这个去年哦，1984年中央政府内政部内涵吼，全国各管区政府及直辖市地价调整资料的公文，会当好。第一，管掉这些事情，会当好了，对不？会好。第管掉这些总这些事情，好啊。咱这我都提供嘛吼。啊，无问题，安尼问这就好吼。我来吼，那个工商流处吼，我即摆在讨论一下咱用地检讨啦吼。咱的过去啊，中央政府有规定就讲，每一县市的发展吼，啊，工商的发展，每一乡镇市，拢有留一个小型工业区嘛吼，这你知影吼，啊就。我比如讲，新兴联合里遐有两位龙潭工业区，一个新兴段，宜兴路边啊遐嘛是工业区。啊，你是讲遐工业区甲偏落吼？伫龙潭吼，龙潭的还佫真侪观光工厂，还佫传统工厂，还佫有还佫伫利用。你想新兴里内底迄个工业区，啊，住位着较大，啊，拢比如真乱啦。嘛，跟咧工业区嘛，跟咧住户，跟咧住地区啦。啊，咱处长，你了解啊，拢无伫关心这地。你知哦？你想无搭一地吼？哦，大概知。迄个，杨议员报告吼，包括讲你讲，咱伫迄个外环道边啊遐，是啊，吼，也是讲梅州工业区，唔是梅州咯，我即马伫讲新兴，新兴已经叫落来过来只包括迄个。剑南洗衣厂迄片啦，还有你上汽车迄片啦，是啊，是啊，过落来只还拢是啊。过去拢都是计划区内底工业区，是啊，哦，都啊，迄个部分其实是拢建设处城乡科迄边的处理，拢因的处理。是，我这嘛做一个建议，啊，我个城乡科在个咧讲。是，伊对都是计划调整的时阵，当下要解编，当下要扩大都市计划。对，好，安尼好，我知，只是没有彻底啦，吼。嘛，搁咧工业区嘛，搁咧住户，迄嘛有起起就准住户伫卖，嘛拢安尼大啦。家庭卖使看要坐边啊啥，啊，还好这个，幸好这厝边的人去住户的这个居住环境啦吼。啊，充分这个利用啦吼。我就讲咱的宜兰县吼，这处理是农业过去吼，一直讲农业立县啦，但是吼最近的。天气气候来，感觉很不适合啦吼。种作物的生产无真好，某一区啊是讲种菜啊啦吼，一半区啊讲会收成，还佫会生活哩安尼尔，盖好嘛无啦。村的所在，佫一档补一档，一档无补。哦，我顶下讲拢有朋友，人迄一份地拢挂2000外，咱一份地拢挂几百斤啊，真千斤。啊，迄毋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啦吼。啊，嘛无啥物办法都改变啦。啊，过来就是
萝卜一定发展观光嘛，啊，你就上专门的吼、哦，发展观光哦，咱宜兰县有登记性的特岗下参观的吼、哦，啊，东山湖你即马都讲去看吼、哦，啊，落遐看看，很主席嘛无啥通看了，较有通看了，迄落，荔博，迄落不是啊，即落传艺中心吼，甲咱两博物馆嘛吼，登记性的俩。你敢有你长期来计划吼？啊，自咱会当吸收观光，来补上咱宜兰工商无发展，啊，互观光客会当宜兰来留较久的时间伫遮。啊，我这个观察啊，伫定定来宜兰进乡的吼，来吼，在庙的看一下尔，一工就转去啊，暗时也毋捌调伫遮去。你不是做一个较长期计划，啊，靠一个规模性的娱乐、运动、休闲的这个所在啊，来予咱宜兰人吼啊，对这个观光发展吼啊，有希望啊呢？处长你有讲的？有啊，有计划以后，还佫有甚物？你有甚物 idea？ 所以迄个杨议员吼，杨议员提一个真好的建议，就是讲迄个宜兰县的观光旅游的心态呀吼，已经应该伫。八二过这十年，冲量应该转变为质量并重，就是拄啊，因为员工有一个真重要的，要延长停留时间。是。哦，加10%的人，甲加停留10%的时间，伊的消费比例，然后宜兰县产业的价值，绝对是加10%的时间。哦，比如讲，我今加一辈人，甲人加留一暝。好，加留一枚，绝对是加留一枚，效益较好嘛。他以产生的住宿的费用，产生食饭的费用，产生的消费，啊，要达到这个效果，要达到这个效果，其实你要发展一个套装的旅游。咱宜兰县有15个，目前有15个风景区，佮加上劳动运动公园、宜兰运动公园，好，佮加上咱这山林海景，啊，所以因为着交通太便利去，好，产生大家讲我今日来只看两个点，啊，就对。所以讲，其实是要体验，需要有体验，需要有观光，需要有深度旅游，需要有生态，哦，来做一个套装的包头，做一个套装的包头，才能够延长停留时间。啊，延长停留时间，对宜兰的整个环境、旅游环境，还有整个观光的发展才会好处。啊，目前嘛是阮这边在打拼的方向。好，过去咱在做硬体建设，啊，咱即嘛慢慢啊转型，开始做套装，做软体的服务。哦，做整合的工课。好，处理我者。即马一般你都讲套装这物件吼，无所谓你去，唔是完全拢会通适用啦。除非讲哦，做因有单独行的吼，啊，有三几个。一般宜兰车子来，无就是一家伙塞一台车子来，咱宜兰佚佗。啊，因为想看较大，行较大，所以讲套装嘛是可行，但是。没有全面性的当使用了吼，所以讲咱嘛爱有真济点充实咱的娱乐啦、运动啦，哦，这个场所嘛吼，啊，看起来敢呢连起来不只是所在，但是要行吼，无迄个真有可看性了吼，一定要去充实了吼，我这点甲你做一个建议。过来就是讲，你拄只一议员有讲这个自行车道这个问题吼。宜兰桥已经在设计，以后要做，是不是以后宜兰桥南北岸对宜兰桥的以后要建设以后，有这个做一个，看要排一个，这个自行车道连接北岸跟南岸，能有啊？有，谢谢哈。啊，过来就是新兴段跟这个北京梅州这个。自行车道，刚才无看自行车道嘛，无连接个纵尾加雨刷嘛，有无？那这样科长你要讲的，自行车道。杨议员报告哈，那应该现在那个部分应该是还没有，可能后续因为目前现在体育署的经费哈，明年的经费大概也都比较没有那么明朗哈，大概有冻结的一个状况。那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继续争取经费。无啦，啊，中央的经费都一直来啊。哦，啊嘛有所在无多做诶，啊应该会当做，即人口较密集诶所在，应该紧做嘛吼、哦。啊，现主席半瓦顶有人行道，
互人休困。为了即处即个水利署伫做即、這个啊防洪即个堤防的时候，啊，所有灯拢嘛未多嘛，这是小可代志，应该是无需要对他讲。我就是时间直接甲恁提醒一下吼，吼、哦，啊，恁请坐啦，主主，我无讲恁就无坐。嘿嘿，迄个，即马很主席的计划，即个宜兰河河滨公园再利用下来嘛吼，规划去嘛落来。恁即马所有的计划吼，啊，甲啥物程度？啊，即、這个区域。去打，你敢做着做着该谁？朱先生，改应该报告哈，因为你杨议员一直很关心整个宜兰河的规划跟建设案呐哈。啊，咱目前今年是从每年106年是坑530万，好，哎，大概就是你种下几年开始，好，啊，一直到咱同安的第二迄落文化迄落同安公园的圆山园区第二园区50K 遐，好。在这个所在规条，咱来做一个整体规划。啊，规划好啊，咱才有这条分年来甲观光局争取补助。啊，另外就是今年，迄个宜兰市公所有提案，河边的观景平台啊，整合的一个案有3000万，好、哦，有3000万观光局已经拨伫咱家专地。迄啰，市公所去，好，所以讲马上准备要发包的，顶年底将要发包的，就是市公所一个3000万的案，啊，3000万案呢，我顶下看过伊计划，大概是1500万去做迄啰木平台3家，啊，另外落去做其他的串接，好，啊，所以讲伊这个哪里做，啊，同时咱每年到那今年12月有顺真顺利通过，咱就启动宜兰河的河边的整体规划，好，大概咱即马坑300万，啊，到即马拜托杨议员来。到迄落这边有船来到帮忙一下。好，无啥时间吼，我希望讲个做啊较有内容一下啦。是，吼、哦，门口如果你讲个是做一个什么道路啦、衔接啥有无做遮，对这个休闲娱乐运动无啥帮助。宜兰官民，尤其是宜兰市的人吼，无所在通啊行，只有遐看几啊丛树啊个草皮尔。啊，希望咱较用心一下吼，充实一寡。设备啦吼，卖影响水流为原则啊吼。啊，我这剩的时间我，哦，迄落，无我嘛无出时间啦，失礼啦吼。迄落，我你，啊？我跟你讲，连啊你袂记咧？啊，啊你请坐啦，我还袂问到你咧。迄个二长哈，三位。啊，四位处长啦，哈，啊，各位主管，啊，各位同仁啦，大家好。迄、那个，我先来甲新闻科讲一下吼，新闻科即个护挂的问题吼，爱搁加强用心啦，吼、啊。本身伫出去外口回勘的时阵，时不时嘛看到水沟底安尼动动颠颠，大沟细沟拢看到物件，哦、啊，啊，这应该是风太过，伊要迅速处理的物件。啊，现在变人咧！我想小组的时阵啊，我来再甲你请教了吼。啊，过来，我来请教咱的迄、那个，我做油气规划科了吼。主任查报道啊，恁搭讲到讲，全官拢遮尼好的一款想法，为何东山火车头下边本身做乡长的时阵所争取的钱来施设的主任查报道？伫火车头去甲木老坑，谢兰英啊，安尼甲拆拆掉，即马就过来做两座师傅人，这是安怎？报告议员吼，议员指的是那个就是车主的那一块吗？嗯。议员指教的是车主的那一块吗？就是入口的部分是车主的那一块吗？就是防止机车进入的那一块。我甲你讲，伫东山火车头甲木老坑，啊，无毋是车主，无啥物。议员报告一下哈，因为现在就是说体育署那边的一个规定，他是希望能够就是说，冇遐个杂头啦，体育署那边的规定，体育署跟你讲拢拆拆掉，你免去遐清楚啊啦。迄落物件人当时做的时阵，就是要伫内底运动的人，无管在骑自行车，无管在伫行路的人安全问题顾虑。体育署冠冕堂皇，以为讲做咱的身心障碍者，伊有权利要入去。谁人未晓去啊？想讲什么时间做一个，这么上干了啦嘛？做一个卡会，伊有迄个卡的，自然就拍开会过。谁人不去设计设计者？公所当时这么用心，开遐济钱，
摔落去的物件，拆掉下解。即马即过来创临时师傅，难怪来甲动落。到底是你算啥物？讲谈个一个乱开吗？头壳上咱买机个叮当，设计时阵买去也考虑。安尼也使，后壁讲你建要争取啥？争取来伊换一个别个单位，甲你讲这袂使。啊，你要甲听无？科长，你还佫有啥物要甲我应无？若无，我拜托你啦。自动车步道真正要互真正哩顺畅来讲，安全要甲顾虑啦。安全佫无甲顾虑，每市民讲要自动车伫啊，你好好要去享受人生，要运动，要休闲。结果，若卡数顶悬一台车一道都要甲弄着，是变怎？啥物有责？我直接甲你讲，拜托你，伫后壁个市场内底，你做好事。东山火车头到尾落坑，这段你紧去思考。后个电机会，我要问你到底安怎样去甲恢复，安怎样去做好？你若阁做会好，全国拢会当甲你看好啦。你听我意思哦。好，你请坐。即马我来请教处长啦吼。东山河伫东山段。都、就是加东桥的上游，即马电管你发现到啥物？都是你加东桥的上游，你发现到啥物？嘿嘿，这无特别注意，无特别注意嘛吼，就所以讲恁就是变安尼嘛。本来志贤科长你担任管理科的时阵。本色就甲要求讲，顶悬我无爱看到所有灯啊，我要去看到杆，杆你去溪底看嘛。河边东山段你无敢做，我还佫会当想讲，阮遐无嘛还佫一个真原始、真自然的生态。结果杆占了了，灯啊占了了，这是创啥？是，阮改进。改进，自开始甲今本色六年来。处长唔知换几个啊啦，连两个路的两边边，恁家己的宽窄甲边啊，恁拢恁共种的树，我就无再来好啊甲种啦。每一届来开个种，再后去种，到底这是你管理啥？这到底是你管理啥？这部分我会加强。一定要加强，是你唔是可能安尼样嘛？一定要加强哦。若要阁像安尼落去，我想。嘛免这个单位啊嘛，都放去远倒啊，是，对不？东山河美市民讲要偌好多啊，我搁即摆我都转来甲你讲，双林公园，顶悬所种的物件，会使打一句话讲出来，拢种啥？水果草啊，水果草你听无？水果草国语安怎讲？那行过甲你念个口诀啊，哦，对调调做啥物？什么？对不？拢全种起尔，迄嘛毋是含小草，嘛毋是乌龟仔草，拍公仔草。拍公仔草啊！国语我都毋知安怎讲。是拍公仔草。知影代志就是讲，你每一个所在应该种啥，好好去啊种啦，毋是搞遐个物件，甲你包起啊，啊倒是看起来车人真济，好，即马人真济有影。本身我捌甲恁建议过，入来个内底，遮个人入来，车互伊落车了后，大型个车过进你内底，店内底无够啊，是外口大桥山边啊，两边专车，要弯嘛弯袂过，造成交通个混乱，造成危险之外，是安怎伊嘛阁歹去甲车过伊叫伊驶去香港山边啊，十外米变嘛变二外米，一边甲停一台，还阁小心个炸炸。那创起啊！伊去佚佗好，伊要入来东山街啊，行行，要火车楼去看看，嘛才有机会。组长，是爱做建言。是，本身讲过，你莫甲当作耳边风啦。是，搁刷落，无停车场，欠停车场，加上明年的绿色博览会，都一定要都要做。那安尼停车场搁较需要，智能宫是需要。智能宫还有真济停车场空间，但是恁应该要去顶头争取，
地方一直建言呢，创一条吊桥。一条吊桥较早是创个电线伫行，已经拆掉。那卡数，即马甲恢复，会当做一条吊桥来讲，人甲载甲三明公园、生态绿洲，行行看看好了。那无去火车头啊行，直接要叫伊搭车过吊桥怎搭？安尼你才我都疏解你家己停车的问题啦。你莫以为讲说啊，我当安尼做安就好啊，我处长嘛毋是做偌久，拄我大家嘛甲你学咯，你嘛真拍拼真认真。我嘛讲，我的建言你会当个列入，真正工课后壁推展，你才有法度将生态绿洲甲推展甲上好一个境界，这是重要的。梅花湖，恁搭嘛已经伫一寡建设。但是迄下嘛，我有底下特别讲过，今日是规个科长嘛底下，迄、那个东平甲南平小角界所在有两位较低水，恁有去甲伊考量着要截流截水沟无？那无遮，顶悬所泥土落来都是个翻过路，翻过路就甲土个棉花糊，你遮拢无去遐考量的时阵。尽管崩山、烧伤、土甲冻落去，甲拢啊变薄，变薄过连着连咧人行步道，人行步道再来贴一边啊。安尼是伫创啥货？你拢共一个处事，是安怎样？伫做工课的时阵，无共考的时阵，啊袂晓去考量着。你规划考时间的单位，袂使去考量着伊管理科吗？是安怎管理科遐尼艰苦，后壁过来去收尾收袂了？这是一定要拜托你去将官江夏旅游处，即个科长佮列兵的人，你要互伊知影，什么叫做横向联系？横向联系非常重要啊，对，非常重要。像我直直咧讲，每个湖做起来是大家用心的结果。今仔日你要甲改遐做遐，嘛无什么特殊意见。卖常常讲做一个吊桥，什么顶悬咧甲摕吊，较袂去看起来拢像啥？思考的无较全，思考的是便利性、安全性，甲有人入来内底留落来是一个好的印象，好不？第二只拜托，是，我记录会记录下来。哦，记录下来，我看恁内底有写无？我唔知道，你头壳真好，你家记起来，应望后壁会当做个话好，你请坐啦哈。后壁时间给咱黄素琴委员。哦，大家主席。当局长啊，咱市委处长啊，各位科长、各位同仁啊，民管务各位啊，好朋友来大家早安哦。啊，这家先就到建防处吼，迄、那个廖处长啊，啊，经讲伊啊吼，你喺廉政署到啊先过来嘛吼，底下先甲你讲伊。我想现在先请教你知啊吼，你啊，对你特别重视啊，所以先请教你啊。啊，因为伫真济包括外县市啊，咱看会到啊。啊，真侪人会讲桃园，迄个嘛，我先讲啊，邱宏讲伊是市长，因干爹啦吼。啊，了外口有诶无照顾，啊，其他诶关系啊，嘛拄过啊，有伊诶局处啊，比如讲诶副处长啊，伊诶干部啊吼，啊，变讲操守无好啊。所以我伫遐是期待啊，咱今日县政府啊，伊讲伫自家诶县长啊，一直讲啊，清廉啊，文静啊，清廉啊，来做。服务咱的国民啊，但是嘛是捌拄过哦，嘛是捌拄过哦，就是讲有当时啊，啊拄过啊，比如讲报物件无实在的，嘛捌拄过。啊，因为我正看恁工作报告啊，看未出来，看未出来就是讲你来以前啊，你来以前啊，较早啊，即迄个处长较高啊，啊对宜兰县的政风业务啊，啊安那伫防治也好，啊有发生什么病端也好，看不出来哦，啊你。请您做报告一下，好不好？报告老议员哈，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我站在我的立场啊，站在我的，因为我从中央调过来之后呢，那当然对于我们这个刚才刘议员指教的这部分，就是说涉及到员工的部分的话，我的想法跟我的做法，因为过去我在检方也当过科长，也当过主任，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只要涉及到说我们县府里面。相关员工部分，当然
他有不法行为或是行政违失的部分的话，我们中统市一定会去检讨啊，也会请求该单位啊确实的去改进。这个部分是我们中统处一定要做的。我主要是记得哦，外关区清明县啊，外关区哦，啊，我有看到两个院区啊，啊有这款情形，两个最近了哦，有这款情形。我是讲，恁做中统处啊，应当如何来防范啊，不要让它发生，冇发生啊哈。啊，我记得小姑娘有小姑娘做生意员的，在民国70年也做生意员。伊咧讲，伊讲你啥事？伊讲做民意代表，爱情真紧啊，但政治性也真低啊。所以讲啊，小姑娘当讲做生意员、做馆长，后来啊，做行政院副院长、做院长啊，医生啊，伊当讲清廉门正啊，吼，啊，包括伊做馆长、做院长啊，啊，非常实在。啊！你即我也期待啦，讲你过来宜兰县，我拄仔我咧讲，我写下伫四个局处，请问你，对希望你啊，会当互宜兰县啊，啊，这个工作啊，啊，做甲非常好，啊，无应当发生个代志，唔通来发生，好无？好，甲你勉励啦吼。迄、那个江乡里咱常委处长啊，处长，我想你接江乡里处处长啊，我是感觉讲重要个工作啊。只有河南宜兰县的工商业啊来发展哦，咱离个工业区也好，两个工业区也好，咱这些工业区啊，啊来工厂啊，啊现时啊，啊一张建筑的情形怎么样？你报告一下。Hello， 改局员报告哈，因为立泽工业区的那个高峰期啊哈，大概已经过啊，所以即嘛是剩一寡土地。好，村地啊，那目前的状况那个部分，我们已经把购地，但是为投资未建厂的相关的优惠，先把它给取消。那就目前工商投资的整个资料，好，我这边有资料的。好，进行报告。好，进行报告。进行无讲，哪袂记哩？你只要让空气进行。谢谢刘委员的指教哈。那整个科学园区。先以科研区来做报告，那基本上对讲科研区目前就十一间有经过审查通过了哈，那有进厂的有四间，这是科学园区的部分。啊，七间无进厂哦。不是审查通过，也未正式进来。嗯，嘿，起码有四间已经。即个看伊家己计划进度，伊审查通过以后，看伊家己进度。啊，目前有四间已经有进来内底。处长捌去拜访，处长家己捌去拜访。爱甲刘院老师讲，我是无去办，因为我这整个招商业，我拢是由往公车会来横向来公车会啊，来处理。处长哦，来，志成你请坐。处长哦，我是感觉讲，为宜兰县的工商业发展啊，尤其是工厂啊，要来宜兰县啊，咱宜兰县啊比较啊需要这啊，这個、工业来进出了吼、哦，所以应当你较辛苦，你也含你科长啊。含陈科长啊，爱去拜访啊拜访，工业促进会要同齐去啊，好不好？爱同齐去啊，好不好？主编来底啊吼，嘛发现着这个问题，就是讲我工商旅游处一个工商科，另外就是观光游憩科、观光规划科、加一路管理科、观光管理科、游憩管理科四个单位，所以发现着讲对产业的发展，好产业的辅导。这部分是欠缺的，所以讲，这一届主编的讨论内底，阮都会落希望会使设立产业发展科。你都拢阿未去拜访嘛？吼，好，去拜访嘛。设立产业发展科，啊，阮有产业发展科了，都有专门的人来辅导、来协助产业来突破伊目前的困境，来做招商引资的工作。哦，你讲较少啦。啊，这是阮拍拼，未来要拍拼，感谢老主管的建议。好啦，你爱拍拼做啦，好不好？爱拍拼做。好，含工商会爱联合啦，好不好？是。好，啊，即嘛。咱看得到，你相信？真济啊！吼，中国个啊，旅客啊，中国客无来吼，无来当然是当时餐厅也好啦吼，旅社业包括民宿啊，因为无来总是会影响。啊，你做错对吧？要怎样伫咱广外来招商？吼，比如讲透过旅展，咱广外安尼吸人起来，包括你国外也会当去吸人起来，包括咱即马讲新政府啊。蔡英文总统讲南向政策，在外款的讲，希望邀请会当解决包括穆斯林
哦，就是讲回教一个国家，因遐平来个宜兰县，我像这部分东西啊，这国家大政策，咱宜兰县应该嘛是爱去配合。好、哦，假是讲穆斯林啊，这人要来的时啊，伊的食大伊的习惯，咱我都去配合无。好、哦，比如讲因为因食个咱无同款啦，猪肉未使食啦，你各个伊爱清真素啦，有无？咱无食嘛吼，咱要来在国外也好，国外之也好，要来拍片，你简单讲一下。我想老议员讲得真重要。啊，目前这个部分吼，民间行比咱较紧，好、哦，所以讲在穆斯林在回教认证的那个部分呐，哈、哦，例如香格里拉，哈、哦，遐单位已经有做较高啊，好、哦，迄、那个部分其实民间有行得比政府较紧，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讲，针对迄个陆客减少、团客减少，因为宜兰不是重灾区，但是保文咱配合国旅，我们希望积极去开拓中南部的旅客，好，另外配合迄个。航空公司做自由行，好，咱某甲归跟航空公司合作做自由行啊。明年的旅展，我们会希望增加南向，好，包括泰国、印尼，好，迄个是咱未来要开的。你回后发资料好不好？是，好，主席才是你的记录啊。好，谢谢。迄、那个青年啦，吼，咱宜兰县啊，真是拢老人家青，像现在真是拢伫青年啦，真是拢伫外县市啊伫服务啊。咱希望讲青年返乡服务，咱包括有就业贷款吼。啊，即马有偌济人青年来遮申请就业贷款，啊有偌济钱？老议员，你讲的是过去的迄落李国华馆长所办的青年创业贷款，哎，也是分期付，分期付。咱即马无吗？好啊，甲2003年底的时阵落日，就是讲迄落馆长伫第一届任期内底好停起来。哎、啊，其实也是针对补助，也是针对补助，好、啊、青年的创业，但你。创业有成的时候，补助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偌济钱，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偌济钱。啊，林崇贤馆长之前了是推动一个叫幸福贷款，好、嗯，爱就无分年龄层，好、哦，无分年龄层，好、哦，啊，迄、那个部分跟。这贷偌济人，偌济钱是信用贷款。哦，核定总核定是千外万。贷出的部分啊。4900万。贷出的4900万。4900万。一人偌济钱？伊最高上限是100万。啊，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幸福贷款，无所谓按是127万。127万、哦。是。好啦，我想说爱鼓励啦，好不好？是。因为毕竟啊，经济啊，有当时好，有当时无好啊。咱希望会当较济人留伫宜兰来拍拼，好不好？是。好，即马民宿啊，咱家处理民宿。民宿提供有当时啊，要求甲啊，真济大家做个真辛苦哦。啊，包括罚金嘛，本来你9万。每学个18万啦吼，但怎样呀？咱发展观光条例啊，怎样公布吼？怎样公布啊？你也真关心嘛？我就是安尼讲，真侪人要罚18万啊，因为是不是会当啊？可以叫因怎样开始公布18万落来，剩10万罚起啊？第十万起啊？这个部分咱安那来啊，譬如讲来帮忙者，不要罚姐姐罚18万个。甲十分差钱是啊吼，要安那来倒帮忙，你这部你讲。迄个交通部吼，过去的发展观光条例9万，但是尾啊修订之后变18万。十八万，但是你今年又立法院又修法，那、嗯、把违那个日租套房的部分，好、哦、违反发展观光条例降为10万。那降为10万，昨天总统府公告，那在11号实施。那基于法律重新重优的原则，好、哦，那即使是我们目前已经。那个查处在案的，那只要是还没被觉醒的案子，好、哦，还没被觉醒的案子，那我们就以法律行政程序法里面的规定重新重优，那我们会改成由10万块起跳。好，就你先说哦，我先来讲哦，可以讲啊，真侪人伊唔是讲可以爱合理化啦，啊是买厝也好，拢有贷款哦，啊希望讲决定你这就要处理好啊，好不好？好，搁一条路哈，迄、那个。秘书长哦，宋处长，甲你建议啊吼，你过来遮做处长哦。我希望讲，咱车辆啊，管这种车辆，你管理一年都有几辆？一年的车辆有几辆？那个跟那个留言报告哈，目前咱迄个秘书处所管理的车辆哈，小客车、货车的部分拢59台啦。一年都好啦。所谓的一年是讲的是15年以上哈，就、是一年哈。刚买一年嘛，安尼讲哦，其实15年即嘛。其实车辆有没有？其实是应该这样讲，车辆本身没有预领这个问题。那依照我们主计处的相关法规，就讲15年以上，你讲几台？伊、哦、是讲迄个袂使变油料钱啦，哈。啊，另外就是讲，伊是建议爱报几台啦？
这个保温有十八台，十八台没紧换，也我们列入这个五年的这个替换计划，那已经实施三年了。你讲，我问你们，我北桥市你看成建设交上叫，也是五年至八年，就是八年是桥梁嘞。你侦查说五年就是桥梁嘞，你那十五年啊？你回阿华资料？是。啊，你跟人无共款，你安未使？这个，我讲，这是你管政府。当然，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啊！人别人五年，侦查处五年，啊，其他拢八年啊！你嘛十五年，你真在跟我讲。迄个另外吼，我感觉讲，咱是不是有机会吼，既然优算好，其他咱应当也有提升节目，安尼好不好？跟你讲者，我受刑委员来讲。好，谢谢。我们延长一点时间，让黄燕来把它讲完了，好不好？好，谢谢。我这边先问一下那个。公里处处长在李国华任内，那个政风是一起听哈，在李国华任内，他有给年轻人的一些就业基金哈，就是说三年是100万，而不是递减的，就是说锦尼沙仔万，我只要撑过一年，我给30，第二年30，第三年就全部给他。那我记得当年是有65个个案，那一直到6年前那个新那个林聪贤县长上任之后，我们再拨了2年的经费，请问这方面有没有违反任何条例？处长，主席好，搞黄眼报告那。目前他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依法办理，那就是说他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所以他有拨付，那99年的时候拨付最多，100年的时候拨付最多，102年的时候拨付最多，拨到200多万，因为它是延续性的嘛，而且逐年递减到104年了，那我手边的资料看到的是拨款55万6千多亿，所以就是说，我们不管他倒了例外了哈，他如果撑得下来的话，他还是会配给他嘛。因为那这里又不用利息嘛，好，我不管你什么模式，不用利息，不用信息，也是奖励。没有，反正就啊，他不是奖励，是奖励，奖励跟补助。对他强调奖励补助嘛，只要我撑得过第二年，我就再补助；撑得过第三年，有可能我已经没有营业了。好。没关系，你去查查看哈。那我想政风也帮忙关心一下这个案件哈。那处长你请坐哈。那我在想那个我想请问政风，什么叫廉政伦理规范？什么叫做廉政伦理规范？请你帮我们解释一下。没关系，你照你理解的简单解释。什么叫廉政呢、啊？两个字，什么叫廉政？廉政就是我们公务员应该遵守的一个廉能的一个政治，对。好，那假若有人在他上班期间没有请假去授课，或者去因为授课或做一些相关动作拿了一些钱，请问这叫廉政吗？公务员。报告员，如果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要根据他的一些这个所涉及到一些违事，我们要进行去检讨、去研究看看。对，帮忙写计划书、收受手续费，请问这叫廉政吗？公务员。当然，这个部分我们都还要再经过去研议、去检讨看看。是。若这是事实，请问这叫廉政吗？当然，这个包行业这也涉及到廉政的一部分。是。好，请你去查查看哈。是。好，请坐。那我这边再问公旅处哈，那个。日租型民宿哈，我们本身是因为现在是你往合法的方向走了哈，那我们要求他做营业登记的目的在哪里？那请你查查所有的日租型民宿有做营业登记或商业登记，那个量数有多少？我知道最后不是你们，是因为相关的帮忙。办的相关单位他们要求，我只是要求你们把这个拿出来，量到底有多少哈？因为我们这个有后续，包括我们相关的条例无差别，我只要拿那个量出来多少哈？你请坐。那还有我们在那个宜兰县统计年报2015年统计年报哈，我们住宿跟餐饮占9.72%，那去除日租型民宿。难道得够降偌济？好，
那我们的量看起来99年是1584家含餐饮哈，然后10是2264，哎，感觉很像是我们越来越旺，越来越好，好像营业能量很像很强，真的事实歇业有多少？他没有能量有多少？是不是在公旅处这边？因为你还是跟可能还是要相关我们在地产业或旧的产业，像杂货店、一般小小的店哈、小小企业或者是个体户，一查人进店无法都贵几季吗？我想应该是我们自己这个守城这一块哈，先来处理看看，其他我们再另外发展，可能要特别拜托公旅处这块特别帮我们查查现有的所有。有商业行为的帮我们查真的撑得下去吗？过得下去吗？因为很辛苦。好，那我是不是在延续继续好。好，那我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宜兰县的游客，我们对外墙上强调说8000到100万，但是我们的统计数字很像没有那么多，统计出来104人，统计很像是6700万以内哈。那这里面我们是说，既然观光这么多，我们也是观光立县，好，游客希望你们再增加人数了哈。那就说这些观光客带来的相关污染，我们如何防范？好，环保局问了，那目前还没有给我答复。那我想请那个公旅处，我们吸引观光客来，我们如何减少他们带来污染？第二个，这么多的。再加强。哎，我想那个跟黄议员报告，黄议员提到一个很好的重点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优质的旅游行为，那优质的旅游行为大概是我们希望它停留时间长，那我们希望它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好，那停留时间长，我们希望原本一天的旅游变成2天的旅游。好，我就这一点你怎么做？好，那刚刚我有跟那个报告就是说，第一个是套装旅游，第二个是强调我们的厚度。强调我们的文化底蕴，让他来宜兰可以有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我探索旅游、体验旅游、教育旅游，或者是我员工奖励旅游。好，我们做到什么程度？那目前我们其实，我举礁溪做例子，他今天到礁溪来，绝对不是看一看，那他需要去泡汤。那我们宜兰有最好的美食料理，好，然后最物超所值的美食，那他就可以多去吃。那我有很多的景点啊，比如说我可以到清水地热去泡脚、去煮蛋。那我们用各种设施，很平易近人、很容易亲近的方式，让他来这边，我就多走几个点，或者是我去很多的观光农场，好，我的那个农场休闲农场，我休闲农场我就必须去体验，好，那。透过这样的东西来把它在宜兰的停留的时间给拉长。好，那个处长，我要跟你讲说，在周处长当处长的时候已经谈到现在了，那我相信你是努力的，重点是我们还是停留在你刚谈的阶段。好，量不多，那我们如何让外县市人知道说我们有这些空间，我们有这些旅游程度？因为我们 APP 之后就停下来了，我跨博了嘛，哈，我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如何再增加？然后你当时周处长的年代，他也讲说要把所有的不管是民宿、旅馆业者整个统合起来，那有相关的地方型活动全部要拿出来。目前好像没有感受到。我喜欢这些，我知道你很努力，我们继续努力。这个我绝对是要认同哈，你相当努力，只是说如何再把周处长的年代想法跟你的年代想法真正聚合起来，做个东西出来。因为今嘛暂时缓缓在那边没有启动。那我们现在也看到说，包括啊、哦，你请坐哈，包括很多我们曾经谈过的东西，目前都停下来了。好，包括咱讲咱要老人在咱家如何走第二条路回家，如何让他在相关的点慢慢玩回去，这刚才都没有感受到哈。我想这应该是可以，宜兰有山有水有海，我们应该更多的未来。那很像时间到了哈，是可以再继续啊。我最后一条哈，那说到冷泉理疗现况，那我知道你们目前没有启动了哈，那请处长你务必再思考。那个地方真的很棒，我们有医疗设施在那边，整个理疗人权理疗绝对在宜兰县可以再创高峰。谢谢。好，谢谢以上议员哈，那我们早上的会议就到这里来结束哈，大家辛苦了，谢谢，散会，下午2点哈。